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加入我的 Patreon 会员，尽享有声书的独家魅力。作为会员，你将获得以下特权：提前收听、抢先体验最新有声书、会员专属内容、享受只属于会员的独家故事、投票权利、参与投票，一起决定下一部作品。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成为 Patreon 会员，或者去应用商店下载 Patreon， 然后进入 Patreon 搜索海量有声书。一起探索语言的魅力，开启独特的听书之旅。期待在陪书院与你相遇。施恩恩嘴角一痛，哦了一声。他看出了他在吃醋，还看出了他霸道控制欲强烈的毛病又犯了。他还是有必要再说明一下的，免得他还执拗地问着这个问题不放。丽贝爵，我真的就是巧合碰到你说的那位公爵两次，我们真的连姓名都没有交换一个，你不要想太多了。他明眸清澈明亮，里面有的只有坦荡荡。丽北爵漆黑的心眸看了他几眼，突然松开了手。我又没说不相信你。他本来就没有相信。知恩恩心里腹诽，没有说出来。知恩恩，收拾一下办公桌，我们马上出门。丽北爵放下了哈布斯登公爵的事情，俊脸恢复了平日里的贵族范儿，指使起人来那叫一个自然。指使完，他又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皱了一下眉。算了，我让秘书收拾。他拿起桌子上的车钥匙，走过去牵起了池恩的手。走吧。去哪儿啊？池恩恩不明就里的被他拉走了。今天最后一个行程。等布加迪停在了市中心一家一线的婴幼儿用品店，池恩恩才惊呆住了。下车。丽北爵倒是淡定，从容地熄了火，解开安全带，拉开了车门。池恩恩跟着下了车，有一些懵地跟上了他的脚步，奇怪地问他，丽北爵，你不是说要赶行程吗？难道……他顿了顿，你的公司还有婴幼儿用品的产业？他以为他一般是做运输、地产、电子科技这一类型的生意，没想到这么的接地气。他实在是想象不出丽北娟拿着奶瓶、尿布、新产品检查的样子，总觉得格外的不搭。丽北娟一听他那古古怪怪的语气，就知道他的脑子里在想什么，突然顿住了脚步，俊脸微青地回过头，攥住了池恩恩的手腕。你哪只眼睛看出了我还做婴幼儿用品了？那你来这里做什么呢？他话才说了一半，丽北爵就凶狠地打断了他。闭嘴，从现在开始你不准再说话。再让他说下去，他怕他又有要掐死他的冲动了。他是笨还是蠢呢？他来这里不是为了工作，当然也不可能是为了看风景啊。池恩恩被他拽进了婴幼儿用品店，两层楼的超大店面里的导购小姐马上就簇拥了上来。欢迎光临，两位好，请问需要哪一方面的东西呢？我可以帮两位做一下介绍的。其他导购小姐暗暗的咬牙，恨自己刚刚没有动作快一点，不然顾客就是他们的了。当他们看清楚丽北爵的长相之后，咬牙变成了切齿。哎呀妈呀，这么帅的男人他们竟然没有抢到。就冲着这个男人全身上下透出的气场就可以看出来，这绝对是一个大顾客。衣服。丽贝爵扫了一圈琳琅满目的商品，无视了导购小姐凑上来的讨好，直截了当。导购小姐的笑容那叫一个让人如沐春风，立刻柔声道，好的，请问是买男宝宝穿的还是女宝宝穿的呢？宝宝大概有多大了？不知道，两个月不到。池恩恩惊诧地望向了他，他不是说在赶最后一个行程吗？他们今天最后一个行程就是带他来婴幼儿用品店买东西吗？池恩恩哭笑不得了，可是他肚子里的宝宝才一个多月，现在买也太早了吧。导购小姐有一点反应不过来，她根本就想不到丽北爵所谓的两个月大的是指在池恩恩的肚子里面两个月大。
他以为是孩子生下来了两个月大，所以他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为什么孩子都两个月大了还不知道孩子的性别。他潜意识地认为不是厉北爵的孩子，多半是买衣服送朋友的孩子了。这不知道男宝宝还是女宝宝，恐怕不大好买衣服的。要不然这样，先生，你跟你的朋友打一个电话，问问是男宝宝还是女宝宝吧。打不了。嗯，你朋友没空还是人在国外呀？其实不用给朋友的，问问你朋友的父母或者是朋友的朋友也可以，他们肯定知道。两个人简直是鸡同鸭讲，吃恩恩囧了，插了进去。不好意思啊，他说的两个月大是说宝宝还在我肚子里面两个月大，现在还没有办法知道男女。啊？导购小姐彻底的愣住了，才怀孕两个月不到，男女都不知道，买什么婴儿衣服啊？太早了吧。厉北爵已经懒得跟他废话了，走到了摆放婴儿服的地方，点了几件。这个，这个，这个。导购小姐看到了生意的曙光，也顾不得发愣了，手忙脚乱地把她指的衣服都给拿了出来。这些不要。不要？他耍人呢？厉北爵贵气十足的凤眸一扫，薄唇上下一碰。剩下的全部包起来。这些不要，剩下的全部包起来。别说是导购小姐了，店里面其他人都有一种峰回路转的感觉。全部，不是一件两件，是全部。他们这里是做一线婴儿服的品牌，随便一件小衣服，不说几千吧，至少要一千多两千。他大手一挥就是几十件，实在是出手太阔绰了。导购小姐生怕他反悔，赶紧的把衣服都取下来，匆匆忙忙地说，好的先生，我马上为您打包。已经不是你了，是您。池恩恩瞠目结舌地看着导购小姐把整个货架都给搬空了，忍不住结结巴巴地说，厉北爵，你买的太多了。小孩子长得快，根本就用不到这么多婴儿服的。一天一件不多。厉北爵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他买的太少了，而且买的牌子也太一般了。但这是林氏最大最好的一家婴幼儿用品店了，他最近没有时间带他出国，只能暂时的将就一下。除了衣服，小孩子还需要什么？剩下的导购小姐一拥而上，七嘴八舌地介绍起来。厉北爵花钱的能力和他赚钱的能力一样的令人瞠目，转眼间他就买了婴儿床、婴儿鞋、婴儿奶瓶、婴儿兜布、婴儿玩具，并且非常爽快的全部黑卡支付。整个婴儿用品店里的导购小姐笑得就跟过年似的，嘴巴都要合不拢了。在等待东西清点买单的期间，一个导购小姐突然说，先生女士，我们楼上正在搞活动呢，有专业的老师在教新手爸爸妈妈必修课，反正你们坐着等也是坐着等，要不你们上去看看吧，这个是免费的。厉北爵才不是那一种会参加什么新手爸爸妈妈必修课的人。池恩恩下意识的就想帮忙拒绝，不用了，我们在二楼。男人性感霸道的声音插了进来，导购小姐今天卖了那么多东西，想到这个月的提成，笑得就跟一朵花一样，服务态度那叫一个好。嗯，是的，就在二楼，现在老师应该刚刚开始讲课，先生女士，你们可以上去听一听，对肚子里的宝宝很有好处的。他刚说完，就有人叫他帮忙去查一下价格，他投给了池恩恩他们一个歉意的眼神走开了。池恩恩侧头看向站起来的男人，惊讶地说，厉北爵，你要参加？站起身的男人双手插兜，一米八几的身高鹤立鸡群，一双大长腿在西裤的包裹下修长笔直，比 T 台上的男模还要吸引人的注目。
他的轮廓深邃，五官立体分明，眼睛看向了池恩恩，玫瑰色的薄唇上下一碰。不是我，是我们。新手爸爸妈妈必修课，又不是新手爸爸必修课，当然要他们一起参加了。池恩恩傻眼了，他真的要去啊。二楼和一楼一样，占地很广，起码有300平的面积，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玩具，完全是小孩子的玩具天堂。池恩恩才刚上来，就听到了镜头的教室里传来了老师戴着耳麦的说话声。好了，要准备开始上课了，大家不要聊天了，各自找一个位置坐下来吧。导购说的教学肯定就是那里了。在前面，他拉住男人身侧的手，加快了脚步。快点，要开始讲课了。英挺的男人瞥了一眼他拉着自己的小手，薄唇勾了勾，明显心情不错的迈开了长腿跟上了他。池恩恩紧赶慢赶，总算赶在了众人开始之前，在大教室里找到了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了下来。大教室地上贴了木地板，每个人都是席地而坐。厉北爵盯着看似干净的木地板，父母闪过一丝嫌弃，但还是拧着一下眉头坐了下来。像这种新手爸妈的教学课程，一般都是女的来上的多，男的来上的比较少。今天也是这样，偌大的教室里几乎都是大着肚子的女人，只有零星几个陪着老婆来的男人。厉北爵这一种又年轻又帅气的男人几乎没有，所以从他一进门开始，大教室里的女人的目光几乎全部都投注在了他的身上，顺带的还时不时的给池恩恩一个艳羡的目光。老师大概是发现没人注意到他了，轻声咳嗽了一声，机长把大家的注意力往他这边拉。好了，大家看我，我们开始讲课了啊。来这里的大多都是新手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准爸爸准妈妈。我们都知道婴儿宝宝是很脆弱的，那怎么照顾刚出生的婴儿宝宝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了。因为时间有限，多余的理论上的东西我也不跟大家废话了，大家家里应该都买了书，大概的有所了解。我今天主要教教大家怎么给刚出生几个月大的宝宝洗澡。他的面前摆放了一张桌子，桌子上面放着一个婴儿用的沐浴盆，里面装着水，旁边还放着一个仿真的小 baby。 现在呢，谁来给我示范一下，他觉得应该怎么给小 baby 洗澡呢？有十几个人举起了手来。讲课的老师扫了一圈教室，目光落在了角落里格外显眼的男人身上，说道：最角落那一位先生可以上来示范一下吗？教室里好不容易转移开的目光又刷的一下子看过来了。池恩恩看向旁边的人，教室里那么多人举手，厉北爵又没有举手，为什么那个老师还抽中他？难道是因为他长得帅？他不知道他随便猜的还真的是让他给猜对了。讲课老师之所以放着那么多主动的人不挑，挑中厉北爵就是因为长得帅。他是觉得找一个这么帅的男人来做示范，就不怕下面的人听课不认真了。角落的那位先生，你可以上来示范一下吗？他又笑意盈盈地邀请道。厉北爵眉头皱得都快要夹死苍蝇了，满脸的不爽。就在池恩恩以为他要发脾气的时候，他居然真的站起来了，往前面去走去。大家鼓掌，老师马上说。教室里掌声雷动，池恩恩却是太阳穴突突突的跳，止不住的担心。果然他的担心是没有错的。只见厉北爵上去之后，面对着上百号人丝毫不怯场，淡漠的一只手提起了仿真 baby， 一边问：给他洗澡就可以了，对吧？讲课老师看他提仿真 baby 的姿势都看出了一身的冷汗，可是人是他叫上来的，他也只能硬着头皮点头了。对，
你只需要先给大家示范一下，你认为应该怎么给小贝贝洗澡就可以了。为了增加真实性，这里有我们品牌的高级婴儿沐浴乳，你可以使用一下这款沐浴乳。厉北爵做事从来都是雷霆手段，不喜欢拖泥带水，他只需要听清楚要求就可以了，不想听废话。拿过还在介绍沐浴乳的老师手里的瓶子，把仿真的 baby 放在了婴儿浴盆里，单手托着小 baby 的头部，另一只手简单粗暴地打开瓶子，倒出了沐浴乳，抹在了仿真 baby 的身上，三下五除二地抹匀，然后在水里冲了冲，拿起桌子上放着的浴巾，把身上还有泡泡的仿真 baby 裹了起来。整个过程行云流水，看得上百号的人鸦雀无声，就连讲课的老师都张大了嘴巴，失语了一般。这确定是在给小孩子洗澡，而不是在给鸡褪毛？这也太简单粗暴了吧！厉北爵没有觉得自己简单粗暴，他认为他已经用尽了全部的耐心，认真地给这一个无聊的塑料娃娃抹了沐浴乳，还在这么多人的面前浪费了宝贵的时间，给一个塑料娃娃洗了澡。他生硬地抱着裹好的娃娃，一只手递到了呆若木鸡的讲课老师面前，面无表情。洗完了，拿去。拿去？那种干脆利落的口吻，简直迫不及待地想要丢开垃圾一样。讲课老师被杵到了自己面前惨不忍睹的小 baby 拉回了神智，讷讷地说，小 baby 的皮肤不像我们大人的皮肤一样已经完全发育了，婴儿的皮肤很娇嫩，稍微不注意就容易弄伤，沐浴乳不能直接挤在小孩子的身上，这样很容易伤到孩子的。厉北爵蹙了一下眉心，阴谋扫向了他，眼神里充满了煞气，阴冷地质问道，你是说我的 baby 连一个小小的沐浴乳都会怕？他和池恩恩的 baby 怎么可能会因为一个小小的沐浴乳就受伤了呢？讲课老师现在无比后悔，看脸的就把他给叫了上来，他这哪里是来示范，分明是来砸场子的。他只能假装没有听到，对着下面的众人勉强挤出了一个比哭还要难看的笑容。好了，让我们感谢这位男士上来帮我们大家示范，大家鼓掌。教室里的其他人还沉浸在他粗暴的洗 baby 的方法当中，呆呆地听着老师的话，啪啪啪地鼓掌。讲课老师跟送瘟神一样，马上对他说，先生，谢谢你上来帮忙，你可以下去了。这聒噪的老女人什么意思呀？她是她可以随便指挥的人吗？厉北爵狠狠地夹起了眉头，眼底隐忍着怒火，还是把怒火压了下去，回到了池恩恩的身边坐下来。讲课的老师只差没有放鞭炮欢送他了，在他坐下之后明显地松了一口气。现在呢，我为大家演示一遍正确的为小 baby 洗澡的方法，大家看好了。他指着桌子上摆放的东西说，首先我们要准备好需要用到的东西，婴儿浴盆、毛巾、柔和的肥皂和婴儿沐浴露、棉花球、大浴巾，最好是连帽的，药用酒精、棉签等等。这些呢，我们都准备好了。讲课老师把仿真的小 baby 小心翼翼地拖起来，仿佛是抱着一个真的婴儿一样，对着教室里的人说道，洗澡之前呢，我们要确保宝宝不饿，有适当的进食，也不能太饱，或者是刚刚喂了奶，还要根据妈咪和宝贝的情况选择一天中双方状态最稳定的时候，而且最好确保宝宝处于一个安静清醒的状态。洗澡用的大脸盆或者是婴儿浴缸放在一个稳妥的让妈咪行动自如的地方，并且注意房间里的保暖和通气。如果宝贝只有几个月大，最好是浴盆或者是浴缸的底部垫上一块大毛巾，以防止打滑。池恩恩听得认真，拿出手机仔细地记录着。
他的前后左右的准妈咪们都拿出了笔记本，刷刷刷地记着笔记下的关键的地方，生怕错过了老师讲的重点。厉北爵侧目看了他一眼，本来已经不耐烦上这个课了，不知道为什么，烦躁的心又安定了下来。他强忍着不耐烦，转头看向了讲台。讲课老师已经在浴盆的底部铺了一块大毛巾，然后抬起头继续说，刚刚那位男士上来是直接把 baby 放进了浴盆里，这是一个错误的做法。实际上呢，我们在给 baby 洗澡之前还先要测一下水温，用手腕测试，水温应该是温暖而舒服的。当我们确定水温温暖而舒服的时候，才能把小 baby 放进去，否则太热会烧伤小 baby， 太冷了则会冻伤小 baby 的。刷的一下子又有几个人扭头看向了厉北爵所在的方向，那眼神绝对是厉北爵从来都没有体会过的，忍着笑。他从懂事到现在从来都是众人簇拥，他看过畏惧的眼神、害怕的眼神、羡慕的眼神、崇拜的眼神，独独没有看到过忍笑的。该死的，厉北爵阴谋肃然地跳起了火苗，一一扫过了回头看他的人，果然把人都给吓得缩了回去。池恩恩生怕他发飙，顾不得周围的人会不会看到，伸出手悄悄地搭在了他的手上。他的小手柔软温暖地贴在他的手背上，厉北爵烧起来的怒火逐渐变成了更有深意的颜色。正在这时，讲课的老师抱着小 baby 继续往下讲了，池恩恩的注意力也被重新吸引了过去。好了，很多准爸爸准妈妈觉得小婴儿和我们一样，所以给小婴儿洗澡的时候都是洗澡洗头一起进行的。实际上呢，这是错误的观念，首先要给宝宝洗头。他给仿真的小 baby 包裹好了毛巾说，给宝宝洗头前呢，要先将宝宝全身用毛巾给包起来，这样呢抱起来比较稳当，宝宝也可以避免着凉。他又拿起了旁边一块干净的毛巾沾上了水，然后呢，我们要用一块柔软的小毛巾从宝宝的脸上开始清洗，每次一个部位，从上到下，最后洗头顶和头发。人体很大一部分体温呢都是从头顶散发的，这样可以避免受凉。洗完仿真的 baby 的脸之后，他又拿起一块早就浸润好的湿毛巾，用一块湿毛巾给宝宝湿发，然后在手上涂上了少量的婴儿沐浴露，轻轻地按摩宝宝的头部及头发。宝宝的头部呢有一块特别柔软的地方，只要妈咪的动作不是太过用力，就不会伤到宝宝的。轻轻冲洗，千万不能让肥皂水进入宝宝的眼睛。他把仿真的 baby 头上的沐浴乳清洗干净之后擦干抱起来，面带微笑地说，好了，给宝宝洗完头之后呢要马上擦干，若是冬天应该用干毛巾裹在其头部以免着凉。池恩恩看的是瞠目结舌，他都不知道有这么多步骤。他以前生池宝贝的时候，坐月子期间全靠好心的房东潘的奶奶两夫妻帮他给池宝贝洗澡，后来他自己也学着帮池宝贝洗过，但是没有这么讲究。不过现在有条件讲究，他当然想要尽可能的多学习一点，方便以后照顾小包子。他听得认真，都忘记了自己的左手还搭着厉北爵的手背上，更没有听到厉北爵叫了他一声珍恩。见他目不转睛地望着前面，完全无视了自己的存在，厉北爵很不愉快。他拉起池恩恩的左手放在了唇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他的食指上咬了一口。嗯，食指连心呢，池恩恩闷哼了一声，下意识的就想把手给抽出来，却发现他含住了自己的手指，还恶劣的用舌尖勾了一下。一阵触电般的感觉从手指尖串过，池恩恩脸颊瞬间酡红，猛地把自己的手抽了出来，
水猫瞪视了他一眼，压低了声音。丽北爵，你不要打扰我，我要寄东西。丽北爵继续骚扰他，漫不经心道，没什么好记的，他讲的我都记得住。他从小就记忆力超群，池景琛记忆力好就是遗传他的。池恩恩从来不怀疑丽北爵在这一方面的天赋，但是就他刚刚上去示范的表现来看呢，他相信他的理论，但是不相信他的实战。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自己记一份好，免得忘记了。说着他抵挡住打扰，重新转过头认真地听讲起来。丽北觉得眸色由浅变深，极度不悦。他刚刚的眼神是在怀疑他吗？这个女人不相信他听一遍就能记住是吧？他就证明给他看。他眯起眼睛，握紧了拳头，夹着怒意的也看向了前面。讲课的老师莫名感受到一股带着冷气的目光，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寒战，继续讲。洗完头呢，我们现在要讲的是怎么给小宝宝洗澡。大家看好了，先要小心地将宝宝放入盆中，一只手托住宝宝的肩膀，如果宝宝哭闹呢，那么尽量地和宝宝说话，使他安静下来。如果宝宝感到紧张了，应该尽量地缩短洗澡的时间。然后洗澡的时候，妈咪的一只手应该放在宝宝的腋下，这样可以确保宝宝的头部始终高于水面，而防止意外。用另外一只手给宝宝洗澡，先洗身体的前部，再清洗宝宝的背部。池恩恩记了下来，以前他给池宝贝洗澡的时候，虽然有把手放在宝贝的腋下，不让他把头滑下去，可是没有细致到先洗前面再洗背。洗完澡之后，轻轻地将宝宝抱起来，放到另外一条干毛巾上面擦干，然后换上干净的尿布和衣服。讲课的老师象征性地把仿真的 baby 裹上了浴巾，就放在了一旁，朝着下面的人说道，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教的如何给小 baby 洗澡的全部内容，大家大概有一个了解了吗？有。下面的人给面子的异口同声。大家都是准爸爸准妈妈，需要记住一点，满月后的婴儿呢，四肢仍然比较软，头也抬不起来，颈部腰部也都无力。妈咪可以使躺在床上的婴儿面向你自己，先将左手轻轻地插到了婴儿的下背部和臀部，再用左手轻轻地插入婴儿的头部下方，慢慢地将婴儿给抱起来。他双手虚空地抱着空气做了一个示范，这样婴儿的腰部和颈部就可以在一个水平面上，因为有手指支撑着头部，头也不会向后耷拉下来。再慢慢地将婴儿的头转向了左臂弯，使头固定地依靠在你的左臂弯当中。池恩恩跟着虚空地比划了一下，就听到了台上的讲课老师拍了拍手。好了，我注意到了，今天来的大多数都是准妈妈。我再多说一句，女性生小孩会很辛苦，如果什么都要自己来做的话，对自己的身体很不好的。大家应该多给自己的老公灌输这个思想，让他们也帮帮忙。这样呢，既可以减轻自己的负担，也可以建立老公和宝宝的亲密感呢。特别是洗澡这一个，千万要交给自己的老公，因为女人坐月子期间要尽量的少碰水，不然会落下病根的。丽北爵听到这里，眼神幽暗了几分。这种免费讲课一般是不可能讲多久的。讲课老师最后推荐了一下这一家品牌的婴幼儿沐浴乳之后，人群就开始散了。上百号的人转眼就走掉了一大半，还有一小半也是在收拾东西准备走。池恩恩把手机记录的笔记存好之后放进了包包里，抬起头轻松地跟他说，丽北爵，我们也下去吧。他刚要起身就被人给拽住了。等等。等什么？他眼神不解。很快的，偌大的教室里就只剩下了他们两个
和那一个讲课的老师。厉北爵拉着他就走了过去。他本身就是一个气场极强的人，坐在角落都让人没有办法忽视他的存在，何况是走在前面。讲课老师停下了收拾东西的动作一顿，奇怪地问，你们还有什么事情吗？厉北爵俊美如绸的面庞如同古希腊雕刻中的柱神，他削薄的薄唇一碰，命令讲课老师道，教我。什么？厉北爵废话没有那么多，拿出了一张支票，刷刷两笔添上了一个数额，推到了讲课老师的面前。这是10万，教我你刚刚讲的那一些。讲课老师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运气这么好，讲个免费课程还会遇到天降横财。他飞快地捡起了支票，翻来覆去地确认真的是10万的支票之后，嘴巴都不灵光了。这个真的是给我？你教会我，它就是你的了。简单明了。讲课老师激动得结结巴巴。我教，我教，我保证教会。他算是见识到了什么才叫做真的有钱人，随便一出手就是10万的支票，这得多有钱呢。他忍不住偷看了一眼池恩恩，止不住的纳闷。这个美女看起来也不见得多漂亮呀，怎么就这么好命的套牢了这种钻石男人了？应当是门当户对的结合吧。他羡慕不已，不止羡慕池恩恩会挑选男人，还羡慕池恩恩会投胎，出生那么好，还能找到一个这么好的老公，简直是太好命了。不过他羡慕归羡慕，并没有多余的想法。毕竟他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孩子都要结婚生子了。哪怕厉北爵再帅再有钱，他也就是纯粹的羡慕一下而已。很快就激动地红着脸，开始一对一地教起来。我们先从抱孩子开始吧。他想了想，拿起桌子上的仿真 baby， 开始擦干水，殷勤地递了过去。先生，你用这个娃娃代替吧。有钱能使鬼推磨。厉北爵大手一比，一来就是10万。讲课的老师服务态度那叫一个好，他没有忘记池恩恩的存在，还不忘忙里偷闲地跟池恩恩说，这位太太，你先到旁边去休息一下吧，你怀着身孕站着太累了，那旁边有椅子，我给你倒一杯水。好，谢谢。厉北爵被他那一声有眼力劲儿的太太称呼给取悦到了，心情不错，连看手里面粗制滥造的塑料娃娃都顺眼多了。讲课老师把池恩恩安排到了旁边坐下之后，又忙前忙后的给他倒了水，这才倒回来看厉北爵抱得怎么样。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尽管他看出了倨傲的男人已经尽量的让自己的动作轻柔一些，可是僵硬的姿势还是抱得乱七八糟。他太阳穴都突突的跳了一下，但是想到了10万块，又有了动力了。先生，你抱的姿势不对，你可以将婴儿竖抱，但是需要右手将婴儿的头慢慢的靠向你的左肩膀，左手托住他的臀部和腰部，以支持其体重。右手呢，则是托住婴儿的头颈部，这样婴儿可以伏在你的肩膀上，避免伤害到他的颈椎。厉北爵根据他所说的调整了一下姿势。皱起眉，这样不对，是手仍然要托住他的臀部和腰部以支持其体重，右手呢则是托住婴儿的头颈部，你托住的是他的肩胛骨，要再往下去一寸。厉北爵再挪了一寸，这样又抬下去了，还要上去一点点。厉北爵额头的青筋跳了跳，心头已经不可抑制地涌起了一阵暴躁，但是想到刚刚他说的话，女人坐月子期间不能碰水的话，硬生生地又把那一阵暴躁给压了下去，耐着性子再往上挪了一点。这样，讲课老师不是瞎，看到他逐渐下沉下去的脸色，也感觉到了四周冷下来的空气。尽管厉北爵的姿势不是100%的标准，
他还是没敢在这个时候再做纠正，自动地忽略掉那一点点的小瑕疵。对，就是这样。厉北爵紧绷的下颌放松了一些，阴谋自得地往池恩恩那边看了一眼。池恩恩触及到他的眼神，哑然失笑。他该不会还记得他刚才忙着记笔记，没有回应他说他记忆力好的事情吧？厉北爵就是记得。他无比清楚地记得，刚才他让这个女人不用记笔记，他一听一遍就能记住的时候，这个女人无视了他的话，巴巴地在手机上记个不停，还用那一种不相信他的眼神看过他，看得他恨不得把他的眼睛都给挖出来。该死的，不就是给小婴儿洗个澡吗？有什么难的？他就要学给他看。好了，现在我们来练习给他洗澡。我之前讲过步骤，先生你记得吗？讲课老师没有看出两个人眼神交流，满怀希望地问道。先放大浴巾垫底，然后试水温，再洗头，擦干包好再洗澡。他条理清晰，讲课老师松了一口气，点点头。对，就是这个顺序。先生你先试试吧。只要记住顺序就好了，记住了顺序，一般就不会有大问题。但是他忽略了面前的男人不是一般的男人，没洗澡之前的所有程序他都执行得近乎完美，可一到要给宝宝洗头了，又变得一言难尽起来。不是，先生，你不能这样抱着宝宝的头往下，婴儿的大脑正在发育的初步阶段，这样会导致宝宝的脑充血，可能会引发大麻烦的。先生，你把宝宝的头托得太高了，水会弄到宝宝的眼睛里，放平就可以了。不需要那么多沐浴乳的，太多了容易产生过多的泡泡，泡泡要是不小心就堵住了宝宝的口鼻，容易造成窒息死亡的。哎，洗澡的时候我们要尽量的轻一点，先生你太用力了。先生，不对，这样也不对。池恩恩坐在旁边看着，都为讲课老师感到累呀。厉北爵是把他讲课时说的步骤都给记住了，包括怎么抱孩子，手应该放在哪一个位置，但是坐起来他就错误百出。出的不是大错误，全是手感上的一些小细节。池恩恩比较理解，毕竟这个男人从来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工作技能满分，生活技能为零的人。除此之外，他从小接受的还是家族军事化的教育，自身也是一个军人，大男人做起事情来比较虎，很难把控好力道。而小婴儿自身就很脆弱，必须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地对待。这种感觉就好像让一个开航母的人开一个小孩子玩的玩具飞机，缩手缩脚的。好不容易，心惊肉跳的教学才告一段落。厉北爵在讲课老师的指导下，总算是独立完成了一次给仿真 baby 洗澡的工作。恭喜你，先生，你已经学会了怎么给婴儿洗澡了。讲课老师都要把衣服给打湿了，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提在嗓子眼上的心才放下来。赚点钱太不容易了，光是刚刚他感受到的低气压都足够让他的身心压抑上一年了。厉北爵把仿真的 baby 丢在了一旁，擦干净手，双手插兜，酷劲十足。也不见得有多难学，无非就是要动作轻一点，只要当作手里面抱的是一个略重的瓷器气球就可以了。这个是不难的，但先生要学得这么快还是很厉害的，特别是现在很少有准爸爸会给宝宝洗澡的，在这方面先生做得很好，谁能做得你的太太，太幸福了。讲课老师大赚了一笔，嘴巴当然是甜得跟抹了蜂蜜一样，恨不得把他捧上天去。他这个马屁拍得厉北爵心情不错，阴谋又看向了池恩恩。池恩恩在心里吐槽了一下他的幼稚，面儿上还是应了一声。是很幸运的。英挺的男人阴谋深邃如漩涡，薄唇不由自主地勾了起来，
好心情不言而喻。他迈开大长腿走到了陈恩恩的面前，伸出手拉起了他。走吧，回家。池恩恩嗯了一声，把手放在了他的手掌心，站了起来。讲课老师目送着他们两个人走远，才拿出支票再仔细地确认了一下，压不住喜悦的心情，拿出手机给自己的老公打了一个电话过去。喂，我跟你说，我今天碰到了真正的豪门钻石王老五了。他巴拉巴拉地讲起了刚刚的经历。楼下导购小姐们已经把所有的东西买单整理好了，堆在了那里一大堆。见他们下来了，最开始那一个导购马上迎了上来。两位总算是下来了，这个是你们的卡。他把黑卡还给了厉北爵。你们给我们留一个地址吧，这些东西太多了，我们会免费送货上门的。厉北爵在他递过来的纸上刷刷刷地留下了地址，在导购们的簇拥下领着池恩恩出了门。布加迪就停在不远处，他拉开了车门，池恩恩先坐了进去，他才绕到了另外一边上了车。在池恩恩系安全带的时候突然开口，自信满满地说，以后小包子生下来我来洗。池恩恩的手一滑，差点没有扣好安全带，纠结道，这个我觉得还是请一个月嫂来照顾比较好。厉北爵肃然瞪向他，你什么意思？你不相信我？你刚刚不是看到我学会了？我是觉得月嫂在带孩子方面会专业一点，而且你的工作那么忙，不一定有时间。就是因为看到了才会更不放心呢。他的神色稍奇，算是接受了这个解释，请身帮他系好了安全带。我会尽量的抽出时间。因为孩子是他生出来的，所以他会耐心的呵护。池恩恩被堵的是无言以对，厉北爵却觉得自己说服了他，坐正了身子，踩下油门，布加迪平稳地朝着紫金园驶去。紫金园里，霍毅正在焦躁地来回踱步，等着他们回来。听到玄关的开门声，他马上迎了上去。爵爷，池小姐，你们回来了。他不着痕迹地打量了一下池恩恩，见池恩恩毫发无损，才松了一口气，看向厉北爵，欲言又止。霍毅从小就跟在厉北爵的身边，两个人早就培养出了默契。厉北爵只是看了他一眼就知道他有话要说，淡漠地开口。到书房等我。是。他换好了拖鞋就进了书房。刚一进去，霍毅猛地垂手，双手交错地放在身前，郑重地跟他道歉道，爵爷，对不起。厉北爵皱了一下眉头，等着他的下文。霍毅一字一顿地说，今天早上南航的董事给我打电话，说是遇到了一门紧急的纠纷，让我务必过去一趟，于是我就让池小姐帮我把小少爷送到学校去。刚刚我才得到消息说，今天早上盛辉幼儿园的门口埋伏了一群记者，专门围堵了池小姐。其中有一个记者问了池小姐一些很过分的问题，池小姐和他发生了肢体冲突。要不是哈布斯登家族的公爵正巧在那里出手相助，差点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局面。他面色颓然地道歉，爵爷，对不起了，我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我疏忽大意了。今天早上我不该让池小姐一个人去送小少爷的，不管怎么样我都应该陪着她一起去。池恩恩今天早上在盛辉学校门口被记者围堵，我怎么不知道？厉北爵面色铁青，每一个字都仿佛是从牙缝里挤出来一样。他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情呢？池恩恩为什么没有跟他说？那些记者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知道池恩恩的行程？他更在意的是这一个。霍毅早在第一时间就让人去查了，所以厉北爵一问，他马上回道，是池小姐的父亲，池氏集团的池总放出的消息。自从上一次之后，他一直在找人调查池小姐，不知道从哪里得知了小少爷的存在，就把消息放给了记者，那群记者才会跑到学校门口去堵池小姐。
又是池建国。厉北爵眼底卷起了风暴，狠厉至极。他双手握成了拳头，压下了嗜血的冲动，冷冰冰地道：查到了哈布斯登公爵为什么会出现在圣辉幼儿园门口了吗？这个暂时不知情。哈布斯登家族的人出了名的神秘，要查他们的行程并不容易。暂时还没有查到那一位公爵为什么会那么凑巧地出现在了圣辉幼儿园门口。厉北觉得眉头拧得更紧了，直觉告诉他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再去查，一定要查清楚是不是巧合。如果是巧合，那真是太巧了。如果不是，他有必要会一会这一位公爵了。他抿紧了薄唇，狠狠地抿成了一条直线，眼底闪过冷酷的光，忽然暗哑下嗓子：霍毅，你认为池建国要找记者埋伏池恩恩，想要干什么？这个……霍毅迅速地抬起头，又迅速地埋下：我认为是为了转移公众的注意力。他已经知道了池小姐和爵爷宁在一起，但是还不知道池小姐已经合理合法地成为了历世财阀的少夫人。他得知小少爷的存在之后，想通过记者爆出猛料，再让记者顺藤摸瓜地挖出宁。这样一来，既可以坐实了池小姐小三的身份，为上一次的割腕事件再添一把火，彻底把社会舆论的风向转向不利于池小姐的一面，还可以惊动老爵爷，靠老爵爷制衡宁，好让他的公司喘口气。厉北爵也是这么想的，他眯起了阴谋，面无表情地站在桌前，手指咚咚咚地敲击着桌面，每一下都像是敲在了人的心头上，让人忍不住屏住呼吸。半晌他才开口：我记得上次让人调查过池建国，查出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霍毅马上接话：是，我们调查出了这几年池建国一直在外面包养情人，其中一个情人是他公司新招进来的秘书，才19岁，现在已经怀孕了，住在林氏金湖酒店的套房内。自从顾家出事之后呢，顾乔美每天都因为顾家的事情烦他，他已经很久没有回去过了，基本上都是在锦湖酒店套房休息。很好。厉北爵敲击着桌面的手指一顿，俊脸上带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冷漠。安排记者，池建国不是要拍吗？就要让他知道什么才叫做真正的身败名裂。他之前碍于池恩恩的面子已经很是手下留情了，但池建国明显不是这么觉得，还敢在背后搞小动作。这一次他只是用其人之身警告一下，如果再有下一次，就算是看在他是池恩恩亲生父亲的份上，他也不会再手下留情了。是，爵爷。霍毅身为他的左膀右臂，很多事情厉北爵只需要开一个口，他就明白后面应该怎么做。在出去之前，他不忘问：爵爷，这件事情要告诉池小姐吗？厉北爵一眼给他瞪了回去，压低了嗓音低吼道：不准跟他说。告诉池恩恩干什么呢？以池恩恩的性格，就算是嘴上不说什么，心里也不会好受的。那个该死的女人如果不好受，他怕他会忍不住要弄死池建国了。霍毅也想到了这一点。是，我明白了，我马上去安排。等一下。他都快要出门了，厉北爵忽然叫住他，拧起了眉头，心谋犀利。顺便让医院躺着装死的那个女人知道好消息。池建国不是喜欢记者看猛料吗？他要安排一出最精彩的猛料。厉北爵语气狠厉至极，俊脸上满是煞气。如果池夫人想要去抓奸，记得帮她一把。池夫人不就是顾乔梅吗？获意了然。爵爷放心。他说着匆匆地出去安排了。厉北爵在书房平复了一下胸口起伏的怒气，才从里面走出来。池恩恩刚好泡了两杯蜂蜜水，
端给了他一杯，好奇地盯向他。霍管家找你什么事儿啊？没什么事儿。厉贝爵接过杯子，低头抿了一口，蜂蜜甜甜的味道滋润过喉咙，他心情舒缓多了，又解释了一句，就是公司里的事情。他竟然会解释，还解释了两次。池恩恩有一点诧异，隐隐的觉得霍毅不像是为了公司的事情那么着急，但也就没有多想的转移了注意力。对了，赤宝贝要放学了，我要去接他，你要不要一起去？一起吧。厉北爵也不放心他一个人去，放下了杯子，刚要去拿车钥匙，忽然他的手机响了。他拿起手机，低头扫了一眼来电显示，面色一冷，疾步地往落地窗边走去，才把手机放在了耳边。喂？不知道手机那一头说了什么，他竟然毫不客气地硬邦邦地甩了一句，没空。说完就挂断了电话。池恩恩看着他刚挂断电话，手机又嗤之以恒地响了起来，忍不住说，厉北爵，你手机在响，你不接电话吗？他冷眼看过来，脸色不好。你知道是谁打来的，你让我接？他这个口气怎么听着有点生气呀？谁打过来的？厉北爵极其不耐烦地说了一个名字出来。金志远。池恩恩脑海里浮现出了一个高挑漂亮的美女。金志远不就是厉北爵的爷爷为他挑选的最适合的妻子人选吗？手机铃声依旧响个不停，响得厉北爵已经不耐烦了，正准备把手机关机了。池恩恩张了张嘴，还是说，要不你接一下，你们毕竟是合作关系，万一金小姐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你又没接。该死的，他都告诉他了是金志远打来的电话，他还让他接。他就这么自信，就不怕他被别的女人给勾走了？他还有没有一点危机感了？厉北爵夹起了眉头，那眼神就跟恨铁不成钢一样。不过池恩恩这么有自信，另一方面是不是也可以说明他相信他？厉北爵无所谓任何人相不相信，可一想到池恩恩相信他，他的心情又不由自主地晴朗起来。他瞥了池恩恩一眼，活像是给他面子一样，接起了手机，放在了耳边。我给你十秒钟，有话快说。这态度，池恩恩在旁边听着都无语了。他正准备回房间去给赤宝贝拿一件外套，就听到男人陡然变得很严肃的说话声，你在哪儿？我马上过来。发生什么事情了？赤恩恩担忧地问他。厉北爵面色变幻不定，薄唇抿成了一条直线，看了他一眼，没事。我不信。赤恩恩伸手拉住了他的手臂，他这样的表情，他真的不相信没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厉北爵的目光紧紧地锁定在他的脸上，从他清澈的眼睛到小巧的唇，再往下落在了还平坦的肚子上。他心弦还在颤动，却不知道要怎么告诉他电话里金志远说的那一句话。他喉结滚动了一下，沙哑地开口，金志远知道你怀孕了。嗯？金志远知道她怀孕了又怎么样？池恩恩没有懂他什么意思，难道金志远不能知道她怀孕吗？还是说金志远用她怀孕这个消息作为筹码要求了她什么？厉北爵的视线划过她茫然清秀的面庞，心脏就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握住了一样，不停地收拢再收拢。不管怎么样，他要去问清楚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个身上涂了屎的女人最好祈祷自己没有故弄玄虚，否则他的阴谋闪过了一丝嗜血的狠厉。他拉开池恩恩的手，拿起了桌子上的车钥匙，匆匆地说，池恩恩，我出去一趟，你不用去接池景辰了，我会让人去接他回来。厉北，
她还没有说清楚金智媛知道她怀孕了又怎么了。厉北爵却像是没有听到一样，打开了门，疾步出去了。咔嚓，玄关的大门砰地关上了。红色布加迪一路狂飙，超过了200码，夹着凉风，一个急刹摆尾，发出了一阵刺耳的刹车声，停在了金碧小筑的门口。门口的保安看到他周身透着黑煞的冷气，甩上车门就往里面走，惊了一跳，忙拦住了他。厉少，让开。厉北爵面无表情。厉少，您不能直接闯进去，大小姐还在。保安心急火燎的，话还没有说完，厉北爵已经一拳挥了过去。只听砰的一声，魁梧的保安已经摔在了地上。他脸上没有丝毫表情，迈开大长腿就往里面闯。其他保安反应了过来，纷纷地上前来阻拦他。他一一地把人放倒在地上，一路闯到了最里面，暴力地一脚踹开了房门。奢华宫廷风的卧室里一个人都没有，只有哗啦啦的水声响个不停。他沉着脸进了房间，坐在了沙发上。一分钟，你要是没有出来，我不介意直接把你从里面拖出来。霸道强硬到了极点。卧室里的水声戛然而止，悉悉索索地穿衣声之后，咔嚓，最里面的浴室门给打开了。一个1米7的大美女穿着浴袍，不紧不慢地从里面出来，不是金智媛是谁呀？金智媛本来就是那一种面容姣好、身材又一流的大美女，出生优渥更是让她多了一份贵气。此刻她微卷的长发滴着水，贴在了修长的脖子上，微领的浴袍性感撩人，浴袍下一双大长腿更是一览无余。这种幽物换成是任何一个男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可是厉北爵却是真的毫无反应。如果池恩恩这么穿，他会把人抱到床上，坐到他下不来床。但是其他女人，哪怕是脱光了，他也没有什么兴趣。不是生理上没兴趣，是心理上没兴趣。他只是淡淡地扫了金智媛一眼，仿佛没有看到活色生香的美女出浴图一样，下颌紧绷地开口道：你在电话里说，厉家从来没有女婴出生的原因是什么？刚才这个女人打电话过来，第一通电话是说她知道池恩恩怀孕了，让她出来谈一谈。第二通电话就是问她知不知道为什么厉氏财阀百年来从来没有一个女性出生。她告诉了池恩恩第一通电话的内容，却没有告诉池恩恩第二个。她没有弄清楚之前，她不会说的。金智媛不爽地摆了她一眼，从书桌上抽出一个牛皮袋丢给了他。我只是怕你不知道，好心好意想要提醒你一下。你至于把我当成恶毒的坏女人，整天把我防着吗？我又不会吃了你的女朋友。还是说你女朋友真的那么脆弱，风一吹都怕闪了腰啊？他只是无意之间发现了一份很有意思的资料，正好听说他的女朋友怀孕了，才想告诉他一声的。他却跟他是一个病毒一样，电话都不接一个。他这么久以来好像没有做过什么破坏他们感情的事情吧？他干嘛跟防什么似的对他严防死守？难道是他的女朋友防着他？厉北爵一开始并没有理金智媛的话，当听到他说池恩恩脆弱的时候，木然地抬起头，阴谋幽暗，仿佛深井一般深不可测。是我舍不得。不是池恩恩脆弱，池恩恩一点都不脆弱，她只是看起来比较柔软，但内心比谁都坚强。如果不坚强，也不会在那么畸形的家庭长大，还能保持一颗善良的心，也不会在面对池雅、顾乔梅、池建国弄出来的糟心事时，能够迅速地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没有怨天尤人，没有抱怨社会，照样积极向上的生活。是他舍不得，是他怕，他这辈子就认定这一个女人了，他恨不得把她揉到胸口去，藏到骨髓里去，恨不得把她囚禁起来，把她生活中的其他人全部都隔绝在外，让她的世界里只剩下她一个人，
只能看到他一个人。所以脆弱的人是他，害怕风吹大一点会闪到池恩恩的腰的人也是他。但是他没有必要跟一个不重要的女人解释这一些，他只是听不惯别人说池恩恩不好而已，哪怕只是开玩笑的一丢丢的不好都不行。厉北爵眼底闪过了一丝狠厉，目光跟刀锋似的刮过了他的脸，又抿紧了薄唇，低头撕开了牛皮袋的封袋，把里面的资料全部都拿了出来，一页一页地翻了起来。金志远被他那一眼的眼神给震撼住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震撼，连血液好像都流动得快了一秒。他怔怔地望向了沙发上翻看资料的男人，无可挑剔的长相，无可挑剔的家世，还有上一次在会议上他见识到的无可挑剔的能力。他突然有一点好奇，这样的一个男人为什么就对池恩恩那样平凡的女孩死心塌地呢？他真的有点不明白。爱情不就是一阵的新鲜感吗？新鲜感过了总会变得没意思的。以厉北爵的条件，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他身边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各式各样的女人，难道这么久以来就没有一个女人让他产生新鲜感吗？厉北爵根本就不在乎金之源好不好奇，也不在乎他怎么想他刚刚那一句舍不得，他全部的注意力都落在了手里的资料上，越看他的脸色越沉，越看他的气场越冷。终于他看完了最后一页，木然把手里的资料揉成了一团，砰的一声拍在了桌子上，豁然站起身，铁青着脸盯向了金志源，眼神仿佛要吃人似的。这些东西你从哪里弄来的？金志源回过神来，摊开了手，耸了耸肩膀。我妈给我的，你知道大家族之间都会彼此调查，这些就是她调查来的资料。她是以为我们以后会结合，才把这一份资料用传真发给我。也就是说，这些资料都是真的。厉北爵相信眼前的女人没有撒谎，她胸口剧烈地起伏着，神经末梢都开始急速地跳动了。她双手撑在桌上，眼睛猩红地瞪着金志源，就像是要把金志源瞪出一个洞来，好从金志源的口中听到他说的这些资料是他的恶作剧。可是金志源却始终没有如他所愿地开口说是玩笑。他的太阳穴突突突地狂跳，极力地压抑着自己的情绪，才从喉咙里挤出了一句：不要告诉任何人，否则我会让你生不如死。这一件事情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如果传到了池恩恩的耳朵里，他怕。他的瞳孔急速地紧缩，缩成了针尖麦芒。在他可以杀人的目光注视下，金志源风情地坐在了沙发上，翘起了二郎腿，坦坦荡荡地说：我不缺钱，脑子也没有问题，我告诉谁啊？狗仔吗？再说了，我们现在可是合作关系，我还想着靠着你过一段安静点的日子，我可不想365天366天都在相亲或者是相亲的路上。厉北爵的脸色缓和了一些。不过，金志源撑着下巴好奇地凑过去，伸手把桌子上揉成一团的资料打开，瞥了一眼他已经看过的内容，问道：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直接跟你的女朋友说？他唯恐天下不乱地又加了一句：老实说啊，以你女朋友的性格，我不觉得她能接受这个结局。厉北爵手背上的青筋突突突地跳动，他当然清楚池恩恩可能是接受不了，连他看到了这些的时候都无法接受，何况是池恩恩。他早知道很多大家族包括皇室，在科学蒙昧未开化之前都信奉着血统纯正的理念，所以很多近亲结合导致 DNA 遗传断裂，经常会生出畸形、早衰、早亡，甚至带着罕见疾病的孩子。这些孩子在出生之后会被第一时间处理掉。后来，随着科学进步，人们逐渐明白了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G
近亲结合的陋习被门当户对替代。可是一些家族因为好几代都是近亲结合，后代的 DNA 里面已经潜伏了生不出健康孩子的可怕性，就算是再有钱再调理也调理不了基因上的缺陷，所以他们选择了尽可能地避开这一种可能。而厉家也是，厉家的基因缺陷在女性的遗传染色体上，一旦孩子是女婴，极有可能遗传一种凝血功能缺失的罕见疾病，早夭的几率很大。而这种罕见病还会在母体内通过血液对母亲进行传播感染，有 50% 的可能母亲也会感染上这一种病。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但凡是怀孕到4个月，他们就会带着妻子去医院做检查，检查出来是女孩，直接流掉。这也是厉家百年来从来没有一个女性的原因。厉北爵眸色幽暗深邃，怪不得他从来没有姐妹，也没有姑姑之类的。他以前没有注意过这一些，以为只是巧合而已，现在看来根本就不是巧合，是权衡利弊的选择。比起一个极有可能早夭的孩子，所有人只是做了同样一个权衡利弊的选择，但是这个选择一定是池恩恩接受不了的选择。厉北爵绷着脸，好半晌才压抑着挤出了一句：现在才1个多月，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呢。现在池恩恩才怀孕不到2个月，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才知道是男是女，或许就跟池宝贝一样是个男生呢。既然池宝贝都是男孩，那么现在池恩恩的肚子里的包子也很有可能是个男孩。如果是个男孩，这一切都没有关系了。万一呢？万一是个女孩呢？你打算怎么办？金智媛漂亮的脸上全都是好奇。厉北爵眯起了阴谋，斩钉截铁：没有万一。不会有万一，绝对不会有的。池恩恩怀的一定是男孩，一定。从金碧小筑别墅区回来，厉北爵的脸色阴滞极了，一直走到紫金园的门口，他才抿紧了薄唇打开了门。刚走到玄关，就听到池宝贝奶声奶气的声音：女人，我今天帮老师做了小红花，老师夸奖了我。那你看我的每日意见反馈本。他踩着大拖鞋，把记录自己每天在幼儿园表现的反馈本交给了池恩恩。我看看。池恩恩放下手里面正在做的事，接过去翻到了今天那一页。果然，老师在上面写了他在幼儿园帮忙做的事情，还在表现的那一栏上贴上了2朵小红花。池恩恩合上了小本子，见他一副明明很想被夸奖，还要装出淡定的样子，忍住笑，摸了摸他的头顶，夸奖他：我家宝贝儿好厉害呀。只是比其他人多了一朵小红花，也没有多厉害。他微微抬起下巴，状似无意地说。池恩恩马上理解到了。其他人都只有一朵小红花吗？这话正问到了池宝贝最想说的，他还装出了不满意的样子，指责池恩恩：女人，你都不关心我，连幼儿园里表现好贴一朵小红花，表现不好不贴都不知道。他当然知道了，他装出不知道还不是为了迎合他想臭屁的小心思。池恩恩在心里腹诽道，面上还是故作惊讶：表现好只贴一朵小红花吗？那你今天怎么有2朵呢？池景辰的小脚踩出了小八字，微微地抬起了漂亮的小下巴，又有一种倨傲的感觉。当然是因为我表现得非常好。我家宝贝儿好厉害哟。池恩恩捏了一把他粉嫩嫩的小脸儿，弯起了眼睛：下次再接再厉。池景辰却是撇撇嘴，跟小大人一样的吐槽：我知道老师只是用这一些小红花骗小孩，听话的人有，不听话的人没有，这样
我们就会相互比较，争着当听话的小孩子。他也看得太明白了一点吧。他既然知道了，为什么还高兴得到了小红花，拐着弯的让他夸奖他呢？池景辰仿佛看出了他的疑惑，大眼睛机灵地眨巴了一下，聪明极了。当听话的小孩子可以被老师夸奖爱护，如果有不听话的时候，老师也会选择相信平时很听话的小孩。所以为什么要不听话？不听话又没有好处。吃恩恩满头黑线。吃宝贝，你的脑袋瓜子里除了好处之外就没有想点别的吗？其实我们做一件事情不一定非要有好处才去做呀。当然要有好处才做，没好处为什么要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呢？池景辰小小年纪就知道什么叫做固执己见。有那个时间和精力，我还不如去做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情呢。他这样想，长大了不还得变成一个唯利是图的人？池恩恩在想着怎么给他举例子。那你对若若呢？也是有好处才和他玩的吗？那个大鼻涕虫。池景辰的脑海里浮出了一个穿着公主裙、圆圆的苹果脸、天天跟在他屁股后面叫哥哥的小女孩，小眉毛一拧，不愿意地承认：我是为了他爸爸才跟他玩的，谁让你一开始不告诉我，我亲生父亲不是一个不要脸、不负责任的男人。不要脸、不负责任的男人。玄关口的厉北爵脸一黑，本来该很生气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被池宝贝童言无忌这么一搅，他的心情反倒是轻松多了。客厅里的两个人还没有发现他回来了，正在大眼瞪小眼。池恩恩率先输在了他理直气壮的小眼神下，岔开厉北爵是一个不要脸不负责任的男人这个话题。后面呢？后面你知道了你爸爸不是，还是在和若若玩啊？我看你们的感情挺好的，并没有被影响啊。那是因为……池景辰卡住了，他似笑非笑地挑了挑眉。因为什么呀？因为你也很喜欢和若若玩吗？没有，他才不喜欢和怪力鼻涕虫玩呢。韩小若那么幼稚，那么笨，还聒噪的烦人，作为一个女人一丢丢的矜持都没有。自从上一次跑到男厕所偷看了他上厕所之后，把他有小鸡鸡的事情到处去宣传，还跑去跟幼儿园里的露露老师说，要不是露露老师骗他，跟他说长了小鸡鸡的长大了会变成英雄要保密，他指不定会当着幼儿园所有人的面把他的裤子扒下来给其他人看看他长了他没有的神奇小鸡鸡。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能够摆脱韩小若那个跟屁虫。那个跟屁虫笨死了，别人说什么他就相信什么不说，还老是用崇拜的眼神看着他。他一用那个眼神看他，他就知道他那个脑袋瓜里面在想什么，肯定又在想着长大以后会变成英雄的事情。真的没有？我怎么觉得有啊？你明明就很喜欢和若若玩的，在金氏幼儿园的时候天天都和若若待在一起。池恩恩不相信他。池景辰被问得急了，嚷嚷道：那是因为他老是跟着我，赶都赶不走。原来你连一个小女孩都赶不走啊。池恩恩就是故意的，他家天才儿子有多聪明他已经逐渐的了解了，就他诡计多端的小脑袋，随便想一个办法也能把韩小若赶走，怎么可能赶不走呢？明明就是他不想赶走，还不承认。池景辰白嫩嫩的小脸涨得通红，恼羞成怒地哼唧：女人，你就是想要让我做事情不要光看有没有好处，你直说就是了，干嘛一定要揪着韩小若那个鼻涕虫不放呢？池恩恩给他哼哼唧唧的嘴巴里塞了一颗葡萄，摊开手，特别无辜的道：
我直接说了你也不听啊，我只能举例说明了。我怎么知道你这么在乎若若呀？提一提你就这么激动，大不了我以后多注意，不提了。池景辰被他堵得小脸涨得通红通红的，又找不到反驳的话，哼唧地咬了一口嘴巴里的葡萄，哼了一声，踩着大拖鞋转身往回走。好男不跟女斗，我不跟你争。他是男子汉，要包容女人，特别还是自己家里的女人。对，就是因为这样，才不是因为他词穷了呢。池恩恩看着他跟斗气的小公鸡一样气呼呼的要去冰箱里面拿牛奶，木然的注意到了玄关处多了一个人，吓了一跳。厉北爵？他什么时候回来的？站在那里多久了？怎么没有出声呢？隔壁老王回来了？池宝贝也吓了一跳，张望着小脑袋往玄关处看去。他该不会听到自己骂他不要脸、不负责任吧？要是隔壁老王听到了，他那么小气，肯定要找麻烦的。被发现的男人从玄关走了进来，虽然他经过池宝贝童言童语的一脚，心情舒展了许多，但是心里还是压着事儿。就算他极力的掩饰，池恩恩还是看出了他周身隐隐的戾气。金志媛真的用她怀孕威胁厉北爵了？可上两次见面，他没有看出金志媛是那种人呢。可是如果不是，他为什么看起来心事重重的样子？池恩恩打算晚一点再问，他从沙发上站起来，扬起了一抹笑容。你回来了，你吃完饭了没有啊？嗯，没呢。厉北爵触及他清秀的面庞，莫名的又想起了之前看到的资料，心头涌起了一阵的暴躁。正好，我们可以一起吃。大厨刚刚做好了饭菜，我和池宝贝正准备吃呢，我去端。池恩恩已经转过身到厨房去端饭菜了，错过了他眼底闪过的暴躁。等他把饭菜端上来的时候，厉北爵已经坐在了餐桌上了。池宝贝坐在自己特制的小椅子上。因为厉北爵喜欢吃西餐，所以米其林大师来家里一般做的都是西餐。菲力牛排看起来色香味俱全，配着蔬菜沙拉，让人格外的有食欲。池恩恩切了两块，入口果然和想象中的一样，味道不错。他享受地弯起了眼眸。正处在怀孕期间，他的胃口正好，一份牛排很快就搞定了，还吃了不少的沙拉。池宝贝的胃口也不错，把自己那一份吃完了，拍了拍鼓起来的小肚腩。只有厉北爵面前的那一份只是动了一点点，和他以前的胃口比天差地别。他像是完全没有胃口，放下了刀叉，拉开椅子说，你们先吃，我去洗个澡。说着他起身进了卧室。连池宝贝都感觉到了他和平常不一样了，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看向池恩恩。女人，隔壁老王该不会是听到我们聊天生我气了吧？池恩恩摇了摇头，他没有生你的气，应该是别的原因。他也拉开了椅子跟池宝贝说，宝贝儿，你自己先玩一下，我去问问发生什么事情了。好。池宝贝在这种时候总是格外的懂事。池恩恩走进了卧室，浴室里的水声哗啦啦的响一个不停。他站在浴室的门口，正在琢磨着等会儿要怎么开口的时候，门突然就打开了。全身湿漉漉的随意裹着浴袍的男人从浴室里面走了出来，晶莹的水珠顺着他的下颌往下流。还没等他开口，厉北爵先伸出了手，霸道强势的召唤，过来。他就慢了一点，他已经急不可耐似的走过去，攥住他的手腕，嫌弃的夹起了眉头，低吼，你是属乌龟的，走得这么慢，兔子跟你赛跑都要气得撞在树桩上自杀，让农夫捡走了。你不会再说龟兔赛跑和守株待兔两个成语吧？池恩恩总觉得他今天特别的焦躁。
兔子是没有看路，不小心撞在了树桩上，不是被气死的。我是被你气死的。厉北爵瞪了他一眼，把他拉到了床边，摁着坐在了床上。然后突兀地半蹲下身，把头贴在了他的肚子上，侧脸听了一会儿。池恩恩被他湿漉漉的短发弄得有一点痒，刚想要告诉他他现在还听不到胎动，就见偏头靠在他肚子上倾听的男人隐隐带着烦躁的侧脸静了下来，忽然暗哑地抬起头来问他：池恩恩，你想生儿子还是女儿？儿子还是女儿啊？池恩恩眉目柔和了下来。我没有想过。他却像是一定要知道答案一样，又皱起了眉头追问：一定要想一个，你想要儿子还是女儿？为什么一定要选一个？又不是买大买小，买对有奖。厉北爵只要一想到他傍晚看到的东西，就没有办法完全的冷静下来，特别是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更是难冷静下来，就像是溺水的人拼命的想要抓住稻草一样。现在池恩恩就是那一根稻草。没有为什么，就选一个。池恩恩拗不过他，以为他又是固执的毛病犯了，想了想说：如果非要选一个，就女儿吧。厉北觉得眉头肃然一夹，阴谋阴智更甚了，他极力掩饰压抑地盯着他，活像是他做了多么过分的事情似的。你不喜欢儿子？当然喜欢啊，宝贝儿想要一个妹妹。我是问你，不用管他想要什么。他烦躁地站了起来，眯起了阴谋。该死的，池宝贝想要妹妹和他想生女儿有什么关系啊？重点不是池宝贝想什么，是他想要什么。他烦躁得太明显了，池恩恩还是忍不住了，明眸望向他，里面盛满了担心。厉北爵，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没发生什么。绷着俊脸的男人第一次狼狈地避开了他看过来的目光，又突兀地强调道：我喜欢儿子。他怎么又绕到这个问题上来了？池恩恩真的有一点弄不太懂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厉北爵却是握紧了拳头，重新看向他的眼睛，目光无比坚定，玫瑰色薄唇一碰：池恩恩，给我生个儿子吧。他不要女儿，也不希望他肚子里的包子是个女儿，不是不喜欢，是承受不了那一份风险。更清楚，一旦怀的是女儿，他肯定接受不了那一个结局。所以他想要是个儿子，一定要是个儿子，一个像池宝贝一样的儿子。他伸手抚摸过池恩恩平坦的还看不出怀孕的小腹，垂眸又甩下了一个重磅炸弹：等这个孩子出生了，我就去结扎。结扎？池恩恩惊讶地脱口而出，不会是他理解的那个结扎吧？厉北爵给了他一个肯定的答案：对，结扎，以后我们不要了，有两个就够了。他不可能忍得住不和他做爱做的事情，不结扎，池恩恩就有再次怀孕的可能，而怀孕就意味着有可能怀的是女儿。他必须从根源上杜绝这一种可能。一个得了罕见病的女儿他养得起，大不了找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尽全力去医治她。可是那 50% 可能在母体内通过血液传染给母亲的可能性，他承担不起。如果池恩恩有什么三长两短，他宁愿从一开始就扼杀了那个孩子。厉北爵，你到底怎么了？他绷着脸一字一顿：没怎么，我就是想要你给我生一个儿子，生孩子的风险太大了，我们有两个儿子也就差不多了，我不想让你再承担风险，所以干脆去结扎。池恩恩觉得不对劲，很不对劲，可是又解释不了哪里不对劲。就算是金智媛用她怀孕来威胁她，跟她生男生女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她格外在意是男孩还是女孩？
莫非他有重男轻女的思想？金志愿又告诉他，他可能怀的是女儿，所以他很焦躁，不停地强调他想要儿子。池恩恩抿紧了嘴角，如果是这样，他有必要要说清楚。我也不知道肚子里的宝宝是男宝宝还是女宝宝，但不管是男是女，我都喜欢，我都会好好的照顾他们，因为他们是我和你的血脉结合。因为爱和期待出生的孩子，无论男女都应该被珍惜。厉北爵眸色由深逐渐的变浅，眼底的压抑和阴鸷褪去了不少。他像是在思索这个问题一样，站在那里，薄唇抿成了一条直线。就在池恩恩以为他还说什么的时候，他突然动了，突然俯身抬起他的下巴就吻了下来。他刚刷完牙，口腔中带着薄荷的味道席卷而来，吻得如同狂风暴雨，就像是要把他吞进去一样，舌尖扫过背齿就抓住他的舌，攻城略地。他吻得太用力，池恩恩舌根被吻得生疼，双手抵在了他的胸口，用力地推搡了一把，想要把他推开一点。然而男人发现他的小动作，大手扣住了他的手腕，举到了头顶压了下来。池恩恩承受不住他的重量，被压倒在了柔软的床上。厉北爵加深了这个吻，大手抓住他的左手往下拉去，可他的手腕被男人强势地抓着，根本就挣脱不了，不管他再怎么往后缩，还是被拉着碰了上去。池恩恩迷迷糊糊地被带动着，手臂发麻，足足有半个多小时，他才浑身一颤，喘着粗气放开了他的手，然后把他搂入了怀中，声音还带着韵味的沙哑。池恩恩，外国有一座寺庙，听说特别的灵验，我们一起去吧。他不信天，不信命，更不信佛，可事到如今，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祈祷他肚子里的孩子是一个男孩。除此之外，他不知道他还能做什么。池恩恩以为他昨晚上说要出国只是随便的说说而已，毕竟他的行程那么满，根本就抽不出时间来。然而第二天一大早，霍毅推着打包好的三个行李箱出现在客厅的时候，他才知道厉北爵是在说真的，他真的要带他去外国拜佛，还是立刻出发。池恩恩还穿着睡衣，嘴巴快要合不拢嘴了，望向早早换好了衣服长生玉立的男人。厉北爵，我们真的要去外国吗？他开什么玩笑呀，说风就是雨，也不是他这么一个说风就是雨法呀。厉北爵没有了昨天的阴霾，恢复了平常的样子，双手插兜地睨了他一眼，语气不悦。我昨晚就跟你说过了，不是真的还能是假的？他凤眸一眯，那叫一个威胁意味十足。还是你觉得我是那一种说了要带你出国玩又不算数的男人？他要是敢说是，他就不管三个月内能不能做，就把他拉到床上，做到他彻底了解他是一个什么男人为止。如果池恩恩的肚子里的孩子顺势流掉了，那更好，这样他就不用担心是男是女，直接去结扎了。池恩恩试图做最后的挣扎。我们把池宝贝一个人丢在家里，不好吧？霍毅一句话就把他给 KO 掉了。池小姐，小少爷会一起去的。学校，圣辉贵族幼儿园不是以规矩多、管理严出名的吗？怎么还能随便旷课呀？仿佛是看出了他想要问什么，厉北爵一个眼神杀过去，薄唇上下一碰。我亲自打电话给校长，校长说让他随便玩，玩高兴了，多久回来上课都可以。他打电话过去，校长不那么说还能说什么呢？池恩恩彻底地放弃了抵抗，主动说，我去换件衣服。厉北爵拽住他的手腕，径直地把他往外面拉。不用，到了外国再换。可是我还是穿着睡衣坐飞机，被人看到了太奇葩了吧。
不会有人看到的，飞机上只有三个乘客。厉北爵一边拉着他走，一边不耐烦地说，赤宝贝已经在车上等了，你确定要继续和我在这里浪费时间？他到底是有多着急呀？赤恩恩闭上了嘴。霍毅则是拉着三个行李箱跟在了他们的身后，一路下了电梯，到了楼下。舒适的悍马已经停在了下面，后座上穿着小兔子睡衣，躺在沙发上睡得肚皮突突的不是迟宝贝是谁呀？迟恩恩满脸黑线了，感情迟宝贝没睡醒就被他们给抱下来了呀。上车，厉北爵催促。迟恩恩率先上了车，刚坐上去他也跟着抬起了大长腿坐了上来。他才刚坐下，一个毛毯兜头盖在了他的头上。拿去。昼夜温差大，他只穿了一件睡衣，被风一吹感冒了可就麻烦了。池恩恩被突如其来的盖了一脸，扯下了毛毯刚要说他，就见坐在他对面的男人拿起了笔记本放在了腿上，戴上蓝牙耳机，打开电脑，低头忙起了工作。他一肚子的话都憋了回去，默默地拿起了毛毯给自己的腿上盖了一截，剩下的搭在了池宝贝的身上。等霍毅放好了他们的行李，悍马平稳地开走了。40分钟后，车子停在了零式机场 T2 航站楼。司机从前面回过头，恭敬地提醒，爵爷，机场到了。厉北爵拧了一下眉头，左手按住了蓝牙耳机，飞快地对着笔记本电脑的对面说，会议暂停，半个小时后继续。说完他取下耳麦，把笔记本放在了一旁，请身把还没有睡醒的池宝贝抱起来，轻轻松松地率先下了车。池恩恩紧随其后的下来，见他抱着快要40斤重的池宝贝还能保持轻松的样子，不得不感慨男女之间的体力差别真的很大。他现在抱池宝贝都吃力得很，稍微多抱一会儿，明显都能感觉到自己抱不住了。他抱着池宝贝还能跟没抱着似的，看得池恩恩格外的羡慕。厉北爵跟着育儿讲师学过怎么抱小婴儿，抱起5岁的小孩子来一点压力都没有。他保持着摇篮式的姿势，通身贵气地跟池恩恩说，走吧。嗯。池恩恩跟在了他的身后，很快有机场人员赶了过来，帮他们从后备箱里拿出了行李，跟在了身后。厉北爵走的是贵宾专属通道，除了机场工作人员之外没有什么乘客，但是池恩恩那一身睡衣还是足够引人注目，引得空姐们频频侧目。当看到抱着池宝贝走在前面的男人时，目光就不由自主地转移到了前面，再看池恩恩的眼神就变成了看人生赢家的眼神。厉少，飞机已经准备完毕，随时可以起飞。一个工作人员从对面飞快地走过来，在厉北爵的耳边报告。说完后，他好奇地瞄了一眼穿着睡衣的陈恩恩。就一眼，他就感觉到周围的空气一冷，一股子凉意从背脊伸上去。回神一看，就看到倨傲尊贵的男人占有欲十足的警告目光，吓得他赶紧低下头，再也不敢往陈恩恩的方向看去了。通知下去，15分钟之后起飞。是。工作人员趁机小跑走开了。池恩恩没有注意到这个小插曲，诧异地问，厉北爵，15分钟会不会太急了？他已经准备好了，15秒都不算急。一想到刚刚那个男人偷瞄池恩恩的样子，他就心里面不爽，又冷冰冰地加了一句，这点小事都办不好，正好滚出去吃自己的。他火气也太大了，又没有谁惹到他，他在气什么呀？池恩恩眨了一下眼睛，决定假装自己没有听到。很快的，他们就上了飞机。这不是池恩恩第一次坐私人飞机了，加上去 W 国的那一次，这已经是他第3次坐私人飞机。
从最开始的震惊到现在，他已经有一点习以为常的感觉了。径直地走到宽敞的沙发座椅处，问空乘人员要了一张毛毯和一个小枕头放在了沙发上，跟后面上来的男人说，把宝贝放在这里吧，让他再睡一会儿，他晕机。空乘听到了他的话，马上尽职尽责地说，池小姐，我们准备了适用于儿童的晕机贴，请问需要吗？你们还准备了这些？池恩恩惊讶极了。空乘礼貌地微笑，是的，因为丽少事先吩咐准备儿童需要的用品，所以我们就备了一份。丽北爵，池恩恩没有想到他还有这么细心的一面，朝他看了过去。冷静的男人已经走到了沙发卡座旁边，弯腰把怀里的小家伙放在了沙发上，顺手帮他拉了一下毛毯，抬头淡漠地吩咐道，现在不需要，等他醒了再说。好的。空乘知道他的脾气，不敢打扰他们，转身进了机舱前面。他坐了下来，接过了工作人员送过来的笔记本放在了桌子上，双眼略带疲惫地跟池恩恩说，飞行时间还长，你先休息一会儿，到了我叫你。你呢？池恩恩不放心他。丽北爵打开了笔记本，重新把蓝牙耳机戴在了耳廓，头也不回。我还有工作，等我忙完了就休息。他突然打乱行程要出国，事先安排好的工作乱成了一团，他必须把最重要的几个搞定，免得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大损失。所以他会很忙，可能整个飞行过程都没有休息的时间。飞机飞了6个小时，总算是停在了外国的机场。他们都坐在了去酒店的车上，吃宝贝才揉着眼睛醒了过来，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没有在家里的床上，大眼睛还带着刚睡醒的水雾，迷迷蒙蒙地叫着池恩恩。女人，我们要出去玩吗？她声音本来就奶气未脱，清醒的时候端着男子汉的姿态时，奶音还没有那么明显，现在迷迷糊糊地说话，奶声奶气，苏萌的人恨不得捏他的脸颊两把。池恩恩想了，就这么干了，伸手在他嫩豆腐似的小脸蛋上捏了两下。我们已经出来了。池景晨被他捏醒了，一下子跳起来，躲开了他的魔爪，不乐意地嘟起了嘴，义正言辞地提醒他。池恩恩，我已经不是2-3岁的小孩子了，你不要老是捏我的脸。太没面子了。你是5岁的小孩子。池恩恩故意又在他的脸上捏了一把。池景晨气得小脸涨红，哼了一声。我是大男人，大男人不跟小女人计较。前面开车的司机都忍不住笑出声来了。池恩恩更是忍俊不禁。不准笑。池景晨这一下子气得要炸了，脸红的快跟猴子的屁股做比较了，伸手要去捂他的嘴，恼羞成怒地嚷嚷，不准笑，池恩恩。他每次生气就是池恩恩池恩恩的叫。还没等他扑过去，后领就被人无情地提住了。丽北爵取下了蓝牙耳麦，扣上了笔记本电脑，淡漠地瞥了他一眼。男子汉就要记住自己答应过的事情。我，他猛地想起来，上一次为了问三会股票的事情，他答应了隔壁老王暂时不报池恩恩的。他顿时小脸皱成了一团，又气又恼，嘴巴一撇，瞪了还在憋笑的池恩恩一眼，从鼻孔里哼出了一口气，瘪开头指责道，女人，我发现你不爱我了。你现在有了妹妹了，就不爱我了。你喜新厌旧，始乱终弃。妹妹，丽北觉得眉头木然的一夹，眼底闪过了一丝阴霾。池恩恩没有看到他不由自主的夹眉头，注意力都落在了闹别扭的池宝贝身上。他强忍住笑意，撇出了一个一本正经的表情来，轻声的想要哄着小家伙。没有啊，
我绝对没有对你喜新厌旧。始乱终弃这个成语，他实在是没有办法顺着他乱用。池景辰哼唧地瘪开头，不相信他。你对我始乱终弃了。像他这个样子，哪里像自己刚刚说的那样的一个大男人了？完全像是一个装酷装不下去的小屁孩。池恩恩一时没有憋住笑，又笑了出来。这下子彻底地踩中了池景辰小小的自尊心了，坚决黑着脸不理他。到了酒店，自己一屁股睡在了床上，连对都不愿意对着池恩恩了，用一个屁股蛋朝着池恩恩的方向，不管池恩恩怎么叫他，他都不理。厉北爵低头看了一眼手表，硬是把池恩恩从房间里拉了出去。时间快到了，他不去算了，我们去吧。去哪儿？烧香。他们不是刚下飞机，他一分钟都没有休息，不应该在酒店休息一下再出去吗？那池宝贝？会有人照顾他的，寺庙人多，他也不适合去。厉北爵干净利落地牵起了他的手，往外面带。池恩恩一直以为他说的寺庙是那一种红墙绿瓦、烟雾缭绕的寺庙，等到了一栋漂亮的教堂前，他才后知后觉地明白，他根本就是把教堂和寺庙给弄错了，他带他来的地方是教堂。不过这个教堂极大，雄伟恢宏的欧式教堂，乍然一看还以为是走到了哪一个中世纪的城堡了。他们的车刚停到教堂，就有人专门为他们拉开了车门。厉北爵率先下车，那人低头谄媚地说，厉总，您总算是来了，教皇为了您特意地延迟了今天的祷告。嗯，他看都没有看那个人一眼，朝着车门伸出手，臣下车。那人好奇地看向了车内，只见一个长相清秀的东方女人从车里面下来了。蓝色的衬衫裙衬得她皮肤白皙如玉，虽然长相算不上是惊艳，但让人有一种春风拂面的感觉，无端的觉得舒服。这就是厉少不惜付出天价的代价也要带到教堂，让教皇亲自为他祷告的女人。池恩恩没有注意到他伸出来的手，自己下了车。厉北爵怒瞪了他一眼，强势地握住了他的左手，拉着他倨傲地往教堂里走去。越是走进去，池恩恩越是发现这一栋教堂的恢宏壮丽，各式各样的油画雕塑摆满了走廊，每一幅都是大师的作品，再往里面就是一个可以容下千人的祷告堂。厉北爵拉着他无视了上千人的注目，径直地走到了第一排。很快的，一个戴着黄金皇冠穿着披风的老人在众人的簇拥下走了过来。在路过池恩恩这里的时候，他突然停了下来，慈眉善目地对身边的人嘀咕了一句他听不懂的外国语，然后伸出手在他的肚子上碰了一下。池恩恩被他突兀的举动吓了一大跳，下意识地望向身边的男人，生怕身边的男人一个怒火中烧，对这一位看起来七十出头的老人动手。结果他看到了一贯占有欲强到令人发指的男人侧脸冷峻，似乎并没有因为老人的手碰到的他的肚子上而生气，倨傲贵气地用一口流利的外国语言跟那个老人说着什么。他的神色前所未有的认真严肃，哪怕池恩恩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也能够感觉到他说的事情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个慈祥的老人又转过头打量了池恩恩几眼，再次伸手，这一次直接把手贴在了池恩恩的肚子上，然后像是吟唱起了什么古老的祝愿一样，苍劲安宁。很快的，他念完了又拿开了手，转头跟厉北爵说了什么。这一次厉北爵紧绷的下颌放松了些许，露出了几分满意的神色，那个老人就走开了。
池恩恩整个过程一句都没有听懂，也没有搞清楚他们是在干什么，禁不住地扯了扯他的衣袖，压低声音：丽北爵，你们在干什么？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丽北爵的心情不错，暗哑声调，目光落在他平坦的肚子上，心情好多了。没什么，为包子祈祷而已。祈祷是祈祷，不过是专门祈祷他肚子里怀的是个男孩。丽北爵眯起了眸子，一开始这些人还不同意教皇亲自帮池恩恩祈祷，但是利益和家族摆在面前时，他们又转而同意了。虽然他不相信这一种带有利益色彩的祷告，但是如果祷告真的有用，他以后愿意试着去相信这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丽北爵带着他在教堂里足足祷告了一上午，总算是结束了祷告，回到了希尔顿酒店。司机把他们送到酒店门口后，就开去泊车了。池恩恩正要跟他一起回总统套房，就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从他的身后传来。恩恩，这个声音是……池恩恩停了下来，转过身就看向了声音传来的方向。只见一个打扮时尚、身材玲珑有致的年轻女生，挽着一个大腹翩翩的老男人朝着他走过来，停在了离他三步之外的地方，捂着嘴，一副惊讶万分的样子，上下的打量他。嗯，真的是你啊？我刚看到你的背影的时候，还不敢相信你会来外国玩。他画着精致猫眼妆的眼睛，瞄向一旁长身玉立的丽北爵。一双眼睛迅速地从上到下扫过丽北爵身上穿的衣服，确定他穿的都不是自己认识的名牌之后，撇了撇嘴，把身边的老男人挽得更紧了，笑着问池恩恩：这是你男朋友啊？怎么不介绍一下？他不等池恩恩说话，表现欲十足地率先伸出手，娇声娇气地给他身边的男人介绍起来：亲爱的，这是我表妹，恩恩，这是她的男朋友。他不知道丽北爵叫什么名字，干脆直接跳过，然后得意洋洋地跟池恩恩介绍：这是我家亲爱的，安德潘。你们也住在这家酒店吗？你们住在什么房间啊？他迫不及待地炫耀：我们住的是 VIP 套房，这家酒店的 VIP 套房风景不错，还能看到下面的大海。你们也是来海边玩的吧？潘认识这家酒店的 boss， 要不我让他帮你们跟经理说说，看经理能不能帮你们的房间免费升个级。林奈得意洋洋，炫耀的心都要从眼睛里面溢出来了。他这个表妹从小就死了妈，被有钱的老爸接回了家里，但是被家里厉害的大老婆压得死死的。说起来家里是开公司的，平时零花钱还没有他多呢。现在找了一个男朋友，看起来也不怎么样，除了皮相好看一点，全身上下就没有一件名牌。看那个样子呀，就像是一个小白脸儿。他不知道，他之所以没有认出丽北爵身上穿的衣服的牌子，是因为丽北爵非超一线的牌子不穿。所谓的超一线品牌，一般是指奢侈品里的奢侈品，大多是手工定制。这种衣服，设计师是不会low到把品牌的 logo 设计到看得见的地方。像普通的一线品牌一样，生怕别人看不出这是名牌。他们一般只会在一个小角落用金线绣上一个很小的标志。一件的价格昂贵不菲，且因为做工讲究，品牌一般不会把这一种超高级的手工定制放到秀场上去展示，而是直接送到尊贵的 VIP 客人手里。林奈就认识常见的那几个名牌，当然认不出这一种顶级中的顶级服饰。潘，你帮我表妹他们的房间升升级嘛。林奈拉着肥胖的男人的手臂撒娇道。池恩恩很想告诉他，他们住的是最高级的总统套房，可是一想到林奈的性格
和他小姨如出一辙，话到了嘴边，他又咽了下去。不用麻烦了。林奈本来就不是真心的想要帮他们的酒店房间升级，他只是想着跟池恩恩炫耀一下自己找了一个有钱有权的外国男朋友。听到池恩恩这么识趣的拒绝，他心满意足地眯了一下眼睛，还要装出一副挽留的样子。不麻烦，我家亲爱的一句话就能搞定，他和酒店的 boss 很熟的。厉北觉得俊脸隐隐地透出了不耐烦。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脑残女人，聒噪起来就没完没了了。池恩恩在他的旁边见他的眉头一皱，就知道他已经不耐烦了。他也不耐烦和林奈继续浪费时间，淡淡地再拒绝了一遍。真的不用了。林奈挽着的外国老男人低头看了一眼手表，似乎也不耐烦他在这里继续聒噪，冲着他态度不好地说了什么。林奈陪笑地撒娇了几下，在侧过脸时没有了刚才的坚持和做作，跟池恩恩说，好吧，你不要就算了。对了，恩恩，你还有我的电话吗？没。林奈早早地就到了外国留学，她又因为意外怀孕去了 W 国生了池宝贝，一直联系就不多，连逢年过节都不会问候的。我给你一个。林奈从自己香奈儿的包包里抽出了一张名片，塞到了池恩恩的手里，然后匆匆地说，你好不容易来到了外国玩，本来我应该尽尽地主之谊的，但是很不巧啊，我家亲爱的有工作上的事情要处理，我们就先走一步了。池恩恩猝不及防地手里多了一张名片，也不好再还给他，点点头，好。林奈心满意足地跟着肥胖的老男人亦步亦趋地走掉了。一边走，池恩恩还能听到他发嗲的声音。亲爱的，中午我们去哪儿吃饭呀？我朋友买了一个包包，好漂亮呀。亲爱的，你什么时候也给我买一个呀？我穿得漂亮，你带出去了也有面子呀。他刻意捏起的嗓音听得池恩恩都冒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还没有等他回过神来，他手里的名片突然就被抢走了。冷峻的男人面无表情地把林奈的名片揉成了一团，直接丢进了垃圾桶里，不满地说，池恩恩，你是猪吗？什么人递过来的垃圾你都往手里面拿，你也不怕上面有病毒？他一窘，林奈虽然是贪财了一点，但也不至于名片上脏的有病毒啊。厉北爵却是格外的嫌弃，拧起了眉头，拉过他的手，以后少跟这种人说话，免得学着他那一套不阴不阳的说话腔调。你要是学他那一种说话腔调，我就把你的舌头拉出来捋直。他要这么暴力吗？池恩恩白了他一眼，我觉得还好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性格。我不喜欢。他不喜欢，所以他最好不要学成那样，像现在一样自然最好。别人又没有要你喜欢。池恩恩抬脚往电梯走去了，他又不是林奈，有事没事的去学林奈干嘛呀？又不是吃饱了撑得慌，所以他觉得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争论的必要。厉北爵却像是格外的反感林奈那一套，又在电梯里面强调了几遍让他不准学，把池恩恩都弄得烦了，答应了他为止，他总算是没有再执拗这个问题了。28楼总统套房上，池宝贝被人带出去玩了，还没有回来。厉北爵因为有工作要忙，先进了书房。池恩恩闲着没事做，从厨房找到了咖啡豆，正好又看到了柜子上摆放着咖啡机，想了想，决定给他煮一杯咖啡，帮他提提神。毕竟他从上飞机到现在一分钟都没有休息过。说做就做，他手脚麻利地把咖啡豆舀进了咖啡机，守着煮了起来。书房，厉北爵刚打开笔记本，正准备连接林氏新药公司的内网，让那一边准备继续之前暂停的会议。他刚戴上蓝牙耳机，手机就响了起来，
来电显示来自于霍毅。他蹙起眉头，摁下了耳机上的接听键。什么事儿？爵爷，您和池小姐打算什么时候回来呢？厉北爵站起身，从壁橱上拿了一瓶冰川矿泉水，拧开了玻璃瓶盖，走到落地窗边，仰头喝了一口，才好整以暇地说，既然已经出来了，我会带他在外国多玩几天的。自从半年前他带池恩恩到琉球岛度过假之后，就没有再带他出国玩过了。这一次既然出来了，就带着他好好的放松一下。正好他喜欢大海，酒店又紧靠大海。厉北爵眼神一暖，眼底闪过了一丝宠溺。国内有事儿？霍毅那边忙说，国内没事儿。没事儿，他问什么时候回去干什么，太闲了。霍毅仿佛隔着千里之外的电话就能感觉到他的不满一样，解释道，是这样的，爵爷，我查到了外国有一项验血的技术，可以在怀孕2个月左右就能查出男女，但是这个技术还在实验阶段，准确率只有 70%。 我想问问爵爷，要不要带池小姐去做一下。你说什么？厉北爵放下了玻璃水瓶，从落地窗边站了起来。你确定消息来源准确？我确定，我已经好好的了解了一下这个项目，才跟爵爷报告的。爵爷要带池小姐去查吗？如果要的话，我马上安排那边。怀孕2个月左右就可以查出男女？厉北觉得神色变幻不定，他忽然觉得房间里的空气有一点稀薄，他烦躁地解开了领口的纽扣，绕着落地窗踱起步来。霍毅等了半天也没有等到他的下文，忍不住再叫了一声，爵爷。烦躁踱步的男人像是下定了决心，突然停下脚步，全安排吧。早确定早解决，早解决对池恩恩的身体健康也有好处。霍毅多嘴了一句，爵爷，如果池小姐真的怀的是个女儿，您打算怎么办？这个问题金志远也问过他，每听一次他都有一种想要杀人的冲动，那种愤怒到极致偏偏又无能为力的感觉真的是该死的难受。厉北觉得眸子瞬间缩成了针尖麦芒，挫败的一拳砸在了落地窗上，沉默了片刻，斩钉截铁地说，如果池恩怀的是女儿，那就流掉。书房外，清秀的小女人满足地端着咖啡，正要推开门，就听到了里面传来一句，如果池恩怀的是女儿，那就流掉。他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脸上刷的雪白。是他听错了？对，一定是他听错了。池恩恩的眼神慌乱。爵爷，以我对池小姐的了解，我觉得池小姐恐怕不能接受。霍毅和金志元的看法一样。厉北爵绷紧了下颌，一字一顿，哪怕是把她打晕了，我也要留掉那个孩子。不管那个女人接受不接受，她都不能接受可能失去她的痛苦，唯一的办法只有把那个孩子打掉。就算池恩恩醒了之后会恨她，讨厌她，不理她，她还是有几十年的时间跟她解释，带她慢慢地从悲伤之中走出来，慢慢地重新接受她。她等得起一个悲伤的活人，但是等不起一座孤坟。如果真的有等孤坟的那一天，第一个精神崩溃的人一定是他。厉北爵握紧了拳头，因为太用力了，他手背上的青筋突突地冒起来。还有，池恩恩怀的一定是儿子，今天我把他带到了外国最灵验的教堂，教皇亲自帮他祈祷，说了会是一个男孩，所以他怀的一定是儿子。他不知道是想要说服谁，语气极重地强调，仿佛说服了霍毅，池恩恩肚子里就一定是一个儿子一样。书房门口，池恩恩听不下去了，他怕他再要是听下去会崩溃掉。
他苍白着脸色端着咖啡回到了客厅。因为太震惊了，他坐在沙发上时耳朵还在嗡嗡嗡地响个不停。如果池恩恩怀的是个女儿，那就流掉。池恩恩怀的一定是儿子。今天我把他带到了外国最灵验的教堂，教皇亲自帮他祈祷，说了会是个男孩，所以他怀的一定是儿子。什么意思？今天下午他们不是去教堂祷告，希望孩子平安幸福，他带他去是为了让教皇祈祷他肚子里的是个男孩。如果不是男孩，他就要把孩子打掉，甚至不惜打晕他也要打掉他肚子里的孩子。池恩恩的手指尖微微地颤抖，他直觉这里面肯定有误会，可是再大的误会都比不上他亲耳听到利北爵说要打掉他们的孩子来的震撼。为什么是个女孩就要打掉呢？因为她重男轻女，她只希望她生男孩，男孩可以继承家族。池恩恩心烦意乱，他在林氏那一天晚上就看出了利北爵不喜欢他怀女儿，可是他只是以为他更喜欢男孩，从来没有想过他会不喜欢到发现是女孩就要打掉孩子。池恩恩咬紧下唇，唇上白得没有一丁点的血色。可是平时利北爵也不像是那么重男轻女的人，以前他不知道有池宝贝存在的时候，也说过想让他怀一个他们的孩子，那个时候他说的也是孩子，不是儿子。池恩恩的心逐渐地镇定了下来，他回想起这段时间他们共同经历的种种事情，再握住了脖子上挂着的星辰项链，一颗心彻底地定下来。利北爵不是那种人，他刚刚只是听到了他那么一句话而已，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肯定是因为他只听到了半截儿。无论他生男生女，利北爵应该和他一样态度，希望肚子里的小包子健康聪明，所以肯定是他误会了。池恩恩站起身，准备直接去问利北爵。叮铃铃，放在桌子上的手机震动了起来。池恩恩拿起手机看了一眼，眉头皱了起来，迟疑了一下，还是接起了电话。恩恩，救命啊！林美琪的声音一下子穿过了听筒传了过来。恩恩，你现在在哪儿啊？帮帮忙好不好？我在国外呢。哪儿？林美琪追着不放。她现在只想问问利北爵，刚刚她听到的那一段话是什么意思。不想管任何事情。外国？你那个很有钱的男朋友也跟你在一起吗？林美琪不知道池恩恩有钱的男朋友到底是谁，但是看到池雅现在那么惨，大概也能猜得到池恩恩现在的男朋友势力不小。她焦急地说，恩恩，你这一次一定要帮帮我，你表姐出事了。林奈出事了？他半个小时之前还在酒店楼下碰到了林奈，林奈还跟他炫耀过男朋友呢。你知道你表姐在外国读大学的，大学读完之后，她在外国找了一个工作，认识了她的男朋友，叫什么安德潘的外国人。她跟我说那个男人是什么公司的经理，对她很好，我也就同意了他们在一起。谁知道刚刚有人打电话给我，说你表姐和她男朋友都被压在了赌城，她男朋友根本不是什么公司的经理，是赌城一个小头目的手下。她和你表姐一起在赌城的账目上做了手脚，结果被赌城的 boss 发现了，现在他们说要把你的表姐的手给砍下来。林美琪这一次看起来是真的着急了，说话又快又急，说到后面都带上了哭腔，真的像是走投无路了。恩恩，你男朋友有钱有势，连赤建国那个人渣都惹不起他，在外国肯定也认识人的，你让他帮帮你表姐好不好？池恩恩抿紧了唇，冷然地反问他，林奈自己跑去偷人家的钱惹出的事，你要我怎么帮？
那笔钱你表姐没有用，都藏在了保险柜里面，钱都可以还给他们，你只要让你男朋友把你表姐捞出来就可以了。我只有她这么一个女儿，你表姐还那么年轻，要是真的被人砍了双手，变成了残疾人，下辈子就毁了。池恩恩心头毫无波澜，冷漠地说，毁了就毁了吧，他自己做错了事情，自己就要承担后果。林美琪没有想到他会这么说，尖声地嚷嚷，恩恩，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的心怎么这么狠呢？那是你表姐呀，亲表姐。池恩恩忍无可忍地握紧了手机，质问他，我这样就叫做心狠？那你呢？你明知道池建国和顾乔梅对我妈做了什么，你有报警吗？有告诉我吗？你没有，你从头到尾只做了一件事情，威胁池雅要钱。你听我解释，我……还没有等他想出一个好的理由，池恩恩已经打断了他。我没有兴趣听一个又一个的谎话。他神色疲惫。小姨，这些年你从我这里捞了多少，你心知肚明。我帮了你多少，你自己心里也有数。你怎么对我的，你应该自己也明白。我不跟你计较，是看在你是我妈的亲妹妹的份上，看在外公的份上。但这些并不是你一次又一次的得寸进尺的筹码。我不会帮你的。他的语气就像是要挂电话。林美琪是真的怕了，嚎啕地哭起来。恩恩呐，我知道我做错了，是我的错，我不是人。可是你表姐她不知情啊，你表姐还那么年轻，你帮帮她呀。你那个男朋友那么有钱，你就帮帮他。他那种大人物，一句话就可以把你表姐救出来的呀。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赌场就是黑手党，厉北爵是有权有势，但这里毕竟是外国，他不想给他惹上麻烦。何况他对林美琪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就像他说的一样，血脉亲情不是一次又一次用来威胁他的砝码。哼哼，那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她就是我这辈子的依靠，我这辈子已经这样了，我唯一盼望的就是你的表姐好，要是你的表姐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也活不下去了。我都活不下去了，你外公也就活不下去了呀，我干脆抱着你外公一起从楼上跳下去死了算了。池恩恩的心头蓦然涌起了一股怒意，愤怒之极，还有一种无力感和无边无际的厌恶感。小姨，我不是今天才认识你，你是什么人，我心里最清楚了，你以为我会相信你？林美琪贪财怕死，她不敢死，她无非就是用死来威胁人而已呢，一定是这样。池恩恩稳住了情绪，淡漠地说，如果你要死，你就去吧，我不拦着你，拜拜。他不给林美琪看出他在意的机会，挂断了电话，心情郁结地在客厅里站了几分钟，刚调整好情绪，手机就叮地震动了。他低头一看，是一个手机视频，林美琪发过来的。他点开一看，眸子瞬间缩成了针尖麦芒。只见林美琪爬到了疗养院的房顶上，她外公赫然坐在了不远处的轮椅上。池恩恩的血液几乎是倒流了，她顾不得那么多，把电话重新拨了回去。林美琪倒是接得很快。喂，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恬不知耻、厚颜无耻的人。我告诉你，林美琪，你把我外公推回去。你就救救你表姐吧，我真的只有她一个女儿，要是她出事了，我也活不下去了。池恩恩咬紧了牙，握紧了手机。我帮你。
池恩恩飞快地打断他。这是最后一次，你记清楚了。等我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外公接走。你放心，我不会再给你机会了。我就是借我男朋友的权势来压，也不会再让外公留在你的身边。你别以为你到时候哭闹撒泼有用，你到时候就是在我的面前撞墙都没有用。林美琪知道池恩恩是说真的，她现在只想救自己的女儿，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忙说：明白，明白。他把赌城的地址跟池恩恩说了一遍，千叮咛万嘱咐，让池恩恩一定要好好的求求她男朋友帮忙，这才挂了电话。池恩恩挂了电话，肚子隐隐作痛，她苍白着脸色走到了书房前，手举在了半空中，却没有力气推开书房的门。她不知道怎么跟厉北爵开口让他帮忙。就在这时，房门突然从里面拉开了。你站在这里做什么？厉北爵目光触及到他略显苍白的小脸，眉头肃然一皱，攥住了他的手腕，二话不说的就把他拉进了书房，摁坐在了沙发上，眉头拧得能够滴出水来，口气不善，但是阴谋里盛满了关心。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水土不服，还是有哪里不舒服？他眉头拧得能够夹死苍蝇。陈，是不是肚子不舒服？我，该死的。厉北爵烦躁地皱起眉，薄唇一碰，不等他说完，弯腰打横的就把他抱起来。我带你去医院。池恩恩猝不及防的双脚悬空，下意识地伸出双臂搂住他的脖子，看他真切的焦急的样子，心里最后那么一点怀疑也消失了。厉北爵绝对不会因为重男轻女就强行地打掉他肚子里的孩子。他心头一松，叫住了他。厉北爵，你放我下来，我没有肚子痛，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抱着他急匆匆往外走的男人肃然地停了下来，阴谋望向他，表情严肃。真的没有肚子痛？池恩恩被他如有实质的目光盯得不自在，他这样看着他的眼神，就像是他是一个易碎的玻璃瓶一样。没。厉北爵提到嗓子眼上的心脏才放了下去，倒回来把他放在了沙发上，但脸色不怎么好看的隐忍着怒火。你没有肚子痛，脸色怎么那么白？遇到点事儿。突然听到他跟别人打电话说他怀了女儿，就要让他流产。转眼林美琪又打电话过来，他的脸色想不白都不行。他话音刚落，脸颊就被人给捏住了，他下手简直没轻没重，就跟在揉面团一样，还凶狠地命令：陈，以后不管什么事情都不准白着一张脸吓我，我不管你是拍粉底还是涂口红，总之不准白着一张脸。他白着一张脸的样子会让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工厂的事，想起他扑过来帮他挡了那一下，满身是血地倒了下去。他不喜欢那样的感觉，很不喜欢。厉北爵，疼。他下手越来越重，池恩恩忍不住的呼痛去拉他的手。眸子里还隐含着怒火的男人木然地低下头，在他仰头拉扯的瞬间封住了他的唇。湿热的舌扫荡开他的唇齿，卷起他的舌根，在他的口中欲取欲求，霸道强势，根本不准他躲闪。一面大手滑入了他的后背，轻车熟路地解开了他的内衣，把人往下压。池恩恩的锁骨被他啃咬的一痛，意识木然的回笼，伸手推开了他，脸颊酡红的伸手挡在了他第二次扑上来。厉北爵，我有一个事儿想要找你帮忙，你还记得刚刚我们在酒店下面碰到的人吗？他出了点事儿，被赌城的人扣住了，说要宰了他的双手。我……厉北爵现在只想睡他。阴谋一眯，扣住他的手腕，欺身而上，薄唇冷酷无情的一碰，管他去死呢，简单粗暴。池恩恩也不想管的，
可是这一次林美琪是来真的，她要是不管，林美琪搞不好真的会带着外公跳楼的。池恩恩不知道怎么才能让她帮忙，心一横，主动把唇贴了上去，青涩地张开嘴，含住了她的薄唇。薄唇被她柔软的唇含住了，紧闭着眼睛的女人还颤巍巍地伸出了舌尖舔过她的唇瓣。虽然动作快得跟羽毛扫过一样，但是却足够点燃她神经末梢的那一团火。这个女人在玩火，明知道她对她一点自制力都没有，还在玩火。她从来不是一个会委屈自己的人，既然池恩恩都送上门来暗示她了，她直接反客为主，加深了这个吻。嗯，池恩恩只觉得她肺里的氧气都被榨光了，她难受地晃动着头，但在上方的男人根本就不给她闪躲的机会，从亲吻中给她夺着氧气，技术高超地引导她沉溺。好不容易，这一个激烈的热吻才结束了。池恩恩的嘴角微微地红肿地喘着粗气。丽北觉得大手在她的衣服里面肆虐，一面心情很好地勾起薄唇，眼角眉梢都是愉悦。说吧，想要我帮什么忙？他现在是想要他，恨不得把他抱到床上，跟他做的他下不来床。但是，这个保守的女人第一次这么主动，他不能一下子就把他吓到缩了回去。池恩恩缓过来了，因为有求于他，尽管脸颊发烫，还是没有把他伸进自己衣服里的大手给拉出来。深吸一口气，尽量的让自己的声音没有那么颤的说，丽北爵，下午我们在酒店外碰到的人是我小姨的女儿，她和她的男朋友联手在赌城里做了假账，偷了人家的钱，被人家老板发现了，现在给我小姨打电话说是要宰了她的双手。我小姨说她知道我表姐把钱藏在了哪里，她可以把钱全部都还回去，只是想把我表姐给赎回来。池恩恩的小姨，丽贝觉得脑海里浮现出了一个贪慕虚荣、爱财如命的老女人，她厌恶地夹了一下眉头。你要管？池恩恩咬紧下唇，对上她的眼睛，说出了内心深处的想法。我不想管，说真的，我一点都不想管。本来也是林奈自己做错了事情，她成年了，该自己承担后果。丽贝爵等着他的下文，池恩恩真的有一点说不出口了。但是，我小姨用我外公的命威胁我，她把我外公推到了疗养院的顶楼上，说我要是不帮她这一次，她就带着我外公跳下去。每一个字都是难以启齿，丽贝爵眼底窜起了怒意，薄唇一碰，抓住了他的手腕。池恩恩，你确定这些人真的是你的亲人？从他的爸爸池建国，到池建国这一边的池雅、顾乔梅、顾乔安，再到他妈这一边的妹妹林美琪，他身边这些亲人怎么一个比一个恶心？恶心到他都要怀疑池恩恩是不是抱养来的了。他只是无意的一句话，无疑是在池恩恩的心头刺了一下。他眼睛黯然地抿紧了嘴角。该死的。丽北爵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自己刚刚那一句话太伤人了。他抬起池恩恩的下巴，把他拉过来，强迫他看自己，薄唇一碰。我不是那个意思，池恩恩，你还有我和池宝贝。我说过，就算所有人都不要你了，我要。所有人都不爱你，我爱你，只需要有我就够了，其他人管他们去死。池恩恩对上他的眼睛，这样一个男人怎么可能是重男轻女到不惜流掉自己亲生女儿的人渣呢？他弯起了眉眼，露出了一抹笑容。我知道。知道就不准哭丧着脸，还有眼睛不准那么暗，更不准不高兴还挤出比哭还要难看的笑。他简直是不讲理了。池恩恩好不容易有一点感动，
就这样被他给搅黄了。那我要是遇到了不高兴的事情，该摆什么表情呢？面无表情？厉北爵想象了一下他面无表情的样子，好像更不喜欢。拎起了眉头，薄唇贴在他的耳垂一吐，灼热的呼吸扑在了他的耳廓上。迟恩，我喜欢你摆出床上坐的时候陶醉的表情。轰！迟恩恩的耳朵一下子就烧了起来，一把推开他，没好气。谁有事没事摆出那种表情啊？又不是随时随地都磕了春药了。厉北爵阴谋愉悦的眯起，一点都没有因为被他推开而生气。薄唇一勾，这么说你知道你做的时候是什么表情了？这么私密的话，他怎么能够一本正经理直气壮地问出来？太那个什么了。迟恩恩的耳垂都要烧起来了，想要吐槽他，又怕他再说出更大尺度的话，不说又像是默认了一样。改天我让霍毅在紫荆园的卧室装一面大镜子，你就知道你是什么表情了。他心情愉悦，说的就像是改天买一件衣服一样。厉北爵，你一定要跟我讨论这个问题啊。迟恩恩脸都跟着发热了，水眸怒瞪过去。他不知道他那一个眼神瞪了还不如不瞪，只会把人瞪得心痒痒的。厉北爵眸色由浅变深，小腹一热，身体发出了微妙的变化。他眯起了阴谋，站开了一些，确定他的脸上恢复了神采，才把话题转移回来。陈，你真的要帮你那个什么小姨？话题又回到了沉重的问题上。赤恩恩沉默了片刻，抬起头。嗯，我想过让霍管家帮我把外公给抢回来，但是我外公现在被他推在了天台上，我怕他一个激动真的带着我外公跳下去。就算下面可以铺上一些充气垫不会有事儿，但是我外公年纪大了，本身又有心脏病，哪怕不摔都出毛病，心脏也受不了这样的刺激。他顿了顿，有一些烦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身边的亲人都是这样的。其实小时候我小姨还不是这样，自从她发现我小姨父婚外情之后，逐渐开始把钱看得特别重要，找我要钱，找池建国要钱，甚至厚脸皮到去找顾乔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上一次她为了钱把我骗到了 KTV， 我已经彻底的对她死心了。我也想好了，以后不管他撒泼还是哭嚎，我都不会帮他。可是我没有想到他会做得这么的绝，要带着我外公跳楼。迟恩恩深吸了一口气。我不是圣母玛利亚，我也不是包子，他是不值得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步。可是我不能为了跟他赌一口气就不管我的外公，那我和他们有什么区别呀？赤恩恩的明眸清澈理智。他们是极品，我就更不能因为他们把自己也变成一个极品呢。厉北爵，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长身玉立的男人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倨傲冷峻的面庞就像是中世纪的贵族。他性感的喉结动了动，玫瑰色的薄唇一碰。你能理解我现在就想把你揉到骨子里的冲动吗？迟恩恩微窘，这什么跟什么呀？厉北爵一瞬不瞬地盯着他，真的很想把他揉到骨子里去。是谁说迟恩恩弱了？这个女人一点都不弱，从来就没有弱过。强弱不是看肌肉发达与否，全是金钱地位，而是看一个人在面对冲击性的事情的时候能否承受得住，能不能保持住本心不变。在这一点上，迟恩恩从来都很强。他从头到尾都有一套自己的处事原则，这一套处事原则在很多时候也影响到了池景辰，所以小家伙小小年纪看待事物就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不管别人觉得这一套理论怎么样，他们都保持着自己的本心，坚持着自己的原则，不被任何人任何事情动摇。
光是这一点就很少有人能够做得到。我可以帮忙把你的表姐救出来之后呢，要是下一次你小姨还用这一套办法来对付你呢，你打算怎么办？知恩恩讪讪地说，所以我还要求你帮我一个忙，把林奈救出来之后，你能马上给霍管家打一个电话，麻烦他帮我把外公从疗养院里面接出来吗？换一个安保好一点的疗养院。他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疗养院的钱我来出。厉北爵阴谋肃然一眯，你觉得我缺那点钱？这个女人是什么意思呀？知恩恩摇摇头，坚定地说，是我缺。他眉头又忍不住地拧了起来，真的是我缺。厉北爵，我们是在交往，我知道我们两个的家庭本身的条件天差地别，你的生活圈子和我的生活圈子不在一个层面上，你遇到事情我肯定是帮不上忙。他才说到一半，厉北爵就不悦地打断了他，我不需要你帮忙，你乖乖地待在我的身边就是最大的帮忙了。我的意思是我帮不了你什么，所以我也不想因为自己身边乱七八糟的事情就去麻烦你。你的钱也是除了共同生活的开销，我不想乱花你的钱。厉北觉得薄唇一抿，眉头皱得更加的厉害了，刚要开口，池恩恩就抢先一步，我知道你不缺这一点，我就是天天乱花，一辈子也花不光你的钱，你也乐意拿给我花。他明眸清澈，但是我不想，厉北觉，我想和你站在一个更平等的位置上去经营一段感情，不是单方面的从你那里去获取，这样我的内心会过意不去，所以我外公换新疗养院的钱我来出，你就不要跟我争了。除了上次给他买钻石领带夹和因为他打了韩启峰垫付给医院的10000块医药费，他手里还有一点钱，暂时够住一段时间的疗养院了。如果不是这一次的事情发生的急，林美琪逼得太紧，他会尽量的自己想办法解决外公的事情，而不是麻烦厉北爵。毕竟厉北爵现在是和他隐婚了，他们也有吃宝贝，甚至他肚子里还有一个小包子，但是不代表是他的男人就应该帮他擦屁股，什么破事儿都应该帮他处理。真，我现在真是庆幸5年前你因为怀孕辍学了，也庆幸你有这样一群极品的家人。他说的认真，阴谋深邃，要不是因为这样，我真的会怀疑你还会不会时时刻刻的乖乖的待在我的身边。幸好5年前他怀上了赤宝贝，自愿折断了翅膀，为了带赤宝贝，他没有时间读大学，也没有办法全力以赴的投入工作，再加上池建国那一群人拖后腿，他才没有办法飞起来，要不然就这个女人的坚韧程度，给她机会，她相信她能够一飞冲天。到时候她要是独立起来，还有她什么事儿啊？厉北爵已经彻底的清楚她怎么想的了，没有浪费时间。帮你外公换疗养院的事情，我会让霍姨去办的，你到时候直接把钱打到疗养院就可以了。至于疗养院收多少钱，她就管不到了吧？反正他也不清楚疗养院应该收多少钱。你表姐惹的是哪一个赌城啊？外国黑手党势力发达，其中以西泽家族最为强横，几乎黑色产业链都被西泽家族的人垄断了。如果林奈惹的是西泽家族的赌城，事情还没那么容易解决，因为西泽家族内部本身比较乱，自从西泽雄遭遇了埋伏，受了枪伤之后，一直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情况不明。西泽雄有2个儿子，大儿子38岁，一直代表着西泽家族继承人，管理着一部分的家族内务。西泽雄的小儿子这些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直很少传出消息，好像是被排挤在家族势力之外。但2个月之前，
西泽烈突然回到了西泽家族，手段强硬地收拾了一干的老部下，渐渐地和大儿子形成了对峙的力量。这个西泽烈，他得到的情报还不完整，只知道西泽烈的身边带着一个年纪很小的女孩，叫他爸爸，但是又没有听说过西泽烈有女人。他在生意场上认识西泽雄的大儿子，如果林奈惹事的赌城是西泽雄大儿子名下的，那事情就好解决了。如果是新回来的西泽烈控制的，那就比较麻烦。还呢？还呢？厉北爵从桌子上拿出手机，跟他说：“等我一下，我去问一下。”好。他走到落地窗边打了一个电话，转眼了解了怎么一回事。他的薄唇抿成了一条直线。池恩恩家的表姐就是作死，惹的还真是西泽烈手下的赌城。他那一个男朋友是西泽雄大儿子的人，西泽雄的大儿子想通过赌城亏空，在老一辈面前吓西泽烈一程，谁知道人家早就发现了内鬼，一直是按兵不动，现在人赃并获，所以根本不是把不把钱还回去的问题。厉北爵揉了揉太阳穴，他记得金志元那个女人好像和这个西泽烈关系匪浅，看来赤恩恩表姐的事情需要让那个女人帮一下忙了。当然作为回报，他有需要他也会帮他解决同等麻烦的事情。厉北爵想了想，拨通了金志元的手机，不一会儿那一头接起了电话，背景声音好像很嘈杂。哟，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居然会主动给我打电话，什么事儿？帮我一个忙。三分钟之后他挂断了电话。另一边，环纳赌城金碧辉煌的大厅里热闹非凡，全球各地来豪赌的赌徒数不尽数。二楼一个可以俯瞰全场的角落，本应该在临市的金志元竟然也在这里。他穿着一身深蓝色吊带高开叉的长裙，裙子的材料是用丝绸制作的，水样的布料紧紧地包裹着他玲珑有致的身材，吊带和高开叉的设计又勾勒出他的左骨和大长腿，别样的性感，美得夺目耀眼。他放下了手机，漂亮的杏眼里燃烧着熊熊的火焰，红唇轻启，咄咄逼人。西泽烈，你很清楚我对你的感情，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你的妹妹，我要做的是你的女人。以前你不想回西泽家族，你不选择我，我忍了，现在你选择回来，你还不选择我，我忍不了了。你身边有比我更漂亮、身材更好、更年轻、和你更门当户对的、更了解你的女人？如果这话由别人的嘴巴里说出来，可能会让人有一种啼笑皆非的自恋感觉，可是从他的嘴里说出来，莫名有一种本来就是这样的感觉，大概是因为他说的本来就是事实吧。他无论是在家世、长相和身材都是万里挑一，的确很少有人能够比得上，但是这么直白地说出来，的确是他的性格。被他咄咄逼迫的男人淡漠地翻了一页账本，好像是没有听到一样。金志远等了半天都没有等到他的答案，双手啪地拍在了桌子上，豁然站起来。你不说话是什么意思呀？他拍得太用力了，桌子上的高脚杯一跳落在了地上，摔得四分五裂。身边守着的黑衣保镖冷汗都被吓出来了，这一位小姐胆子也太大了，跟他家 boss 说话敢用这种态度。被质问的男人总算是抬起头来，但是没有看他，只是扫了一眼站在旁边的人，吩咐道：打扫一下，重新换一杯过来。是 boss。 金志元还没有被人这么无视过，应该说这么无视过他的男人只有两个，一个是厉北爵，一个就是眼前的人，
可是厉北爵无视他是因为性格就是那样的，眼前这个男人无视他，让他火冒三丈。西泽烈，他咬牙切齿，还是非要让我叫你韩启峰你才肯理我。他这几年竟然隐姓埋名的跑去了林氏一家医院当起了普通的主刀医生，让他找了那么久都没有找到，好不容易回来了又是这种态度，金志元实在是火大了。你想要我说什么？还是沉稳温润的声音，却在不自觉之间多了几分凌厉。那一张让人如沐春风的脸上少了金丝眼镜，露出了饱满的额头和一双漂亮的桃花眼，还是斯文温柔的模样，但是无端多出了一份距离感，让人不敢轻易的靠近。我问你为什么不接受我？你身边难道有比我更漂亮、身材更好、更年轻、和你更门当户对的、更了解你的女人？金志远像是跟这个问题杠上了，一定要知道一个答案。他清楚他的优势，了解他的劣势。他的优势是他的外在、他的血统、他的身份、他的能力。他的劣势是他的脾气、他说话的方式。但是他从来都没有想过他要改变自己的说话方式和脾气。他这辈子就是好命，生来注定站在上流社会的顶层，为什么不由着自己？反正他有家族撑腰，他也不需要讨好谁啊。可是这个男人一次次的让他抓狂，一次次的让他束手无策，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要改变一下性格。不然他这么好，为什么这个男人就是不喜欢他，就是要躲着他呢？金志元瞪着他问出了最后一个可能。还是说你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Boss， 您的酒。手下把新的高脚杯换了过来，放在了桌子上，顺便偷看了一眼金志元。金志元一个眼神杀过去，他又躲开了目光，退到了一边去。韩启峰，也就是西泽烈手里的动作顿了顿，似乎有片刻出神，但是很快的就恢复了原本的模样，还是曾经无端让人觉得舒服的语调，却给人截然不同的两种感觉。前者只会让人舒服，后者却温和的让人想要一枪崩了他。我不喜欢你。金志元面不改色，咬牙切齿地挤出来一句。我知道，只要眼睛没有瞎的人都能看出来你不喜欢我。你不喜欢我是你的问题，我喜欢你就可以了。我只是在问你，你的身边难道还有什么女人比我更适合你？他们这一种继承者，适合比喜欢更加的重要。有一个。谁？金志远追问道。西泽烈淡淡地扫了他一眼。和你无关。金志远再一次因为他涌起一种束手无策的感觉，漂亮的杏眸闪烁着执着高傲的光芒。我不会放弃的，我都坚持了这么久了，不到最后一刻我不会放弃。你有喜欢的人又没有结婚，结婚了还可以离婚，只要你没死我就还有机会。西泽烈抬起头随意地回了他一句，随便你。说着继续翻起了自己手里的账本。随便他就随便他，烈女还怕缠狼，他就不信他缠不到他。金志远想通了，又成了优雅的财阀千金，木然地想起了刚刚厉北爵给他打的那一通电话，伸手摁在了男人正在看的账本上，打断了他做事。喂，我一个朋友的表姐惹了一点事，你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网开一面，让你的手下把人给放了？什么事儿？就是你大哥放在你这里的内鬼，他不是有一个年轻的小女朋友吗？那女的是我朋友的表姐。金志远很清楚细泽家族的那一些内情，顿了顿蹙眉说，你把内鬼收拾了就可以了，他女朋友收不收拾对你影响不大。我记得那个人的女朋友是林氏人，
你什么时候有灵氏的朋友了？西泽烈温润的桃花眼扫过他。谁说我没有了？我这几天都在灵氏，认识了一个，性格不错，叫做陈恩。他话音刚落，面前的男人木然地眯起了眼眸，温和但凌厉地重复。你说你朋友叫什么？池恩恩呢？金志远诧异。怎么，你也认识他？过往的种种如电影在他的脑海中掠过，他嘴角抿了起来，没有回答。他还记得最后一次在医院里和他聊过的天。他也在外国？和谁？厉北爵？等会儿我就让人把你朋友的表姐放了吧。他没有回答金志源的问题，站起身。我还有事儿，不奉陪了，你自便。喂！金志源想要追上去，却被两个手下拦住了。他气得跺脚，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男人的背影消失在了金碧辉煌的走廊。半个小时后，厉北爵接到了金志源打来的电话，告诉他淮崖赌城内已经把林奈给放了。人情我记住了，要我还的时候找我。他挂了电话，转手就给人在国内的霍毅打了一个电话，交代了一下帮池恩恩的外公转院的事情之后，放下了手机，迈开大长腿走到了池恩恩的面前。行了，没事了。池恩恩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他神色轻松，弯起了眼眸。谢谢你，厉北爵。谢我，别用嘴说。池恩恩自动忽略了他的话。解决了迫在眉睫的事情之后，他忽然想起了之前一不小心听到的他和人打电话的事，放松地说：对了，厉北爵，刚刚我给你煮咖啡端过来的时候，不小心听到了你跟别人打电话。你在电话里面说，如果我怀的是女儿，你就要让我流掉，什么意思呀？是我只听了一半，还是我听差了？他问得特别的突然，仿佛只是随便聊聊。想到了这里，厉北爵却没有办法随便了，他的眸子木然地紧缩起来，缩成了针尖，看向了他。他听到了，他听到了多少？心脏突然像是被一只大手给握住了，蓦然有一种窒息的感觉。面对那一双轻松望向他充满了信任的眼睛，他喉咙里好像是卡住了一样，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你觉得我是什么意思？池恩恩在想怎么说，他歪了一下头，温柔地说：厉北爵，你是不是有一点重男轻女啊？大男子主义有的性格他都有，霸道起来霸道的要命，强势起来也是强势的要命。一般大男子主义的都有一点重男轻女的思想，觉得男孩能够传宗接代，女孩都是别人家的。他会不会也有一点呢？所以呀，和别人说话的时候，语言表达的夸张了点儿，就像是有时候和朋友开玩笑称怪的时候，会说你怎么不去死呀？不是真的想朋友去死，就是想要表达一下，你把我惹生气了，快来哄哄我的意思。所以他打电话跟人说，如果他怀的是女儿就打掉，也是想要表达他更喜欢儿子的意思。厉北爵暗哑着嗓子，眸子里的目光前所未有的认真地对上他的视线。如果，我是说如果我重男轻女，你怀上了女儿，你会打掉吗？如果我说我非常的不喜欢女孩，不喜欢到你要是怀了女儿我就会很难受，陈，你会为了我不要这个孩子吗？会不会为了他不要肚子里的孩子？池恩恩被问得一怔，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这种选择题。厉北爵出的这种二选一不是送分题，是送命题，威力等同于我和你妈一起掉进了水里，我们都不会游泳，你只能救一个，你救谁一样。就在这时，书房外传来了哒哒哒的脚步声，池宝贝的声音传了进来。
女人，女人，女人，你在哪儿？池恩恩猛地回过神来，就像是被解救了一样，马上起身往外面走。在这儿呢。刚走到门口，突然被身后的男人拉住了，一个用力把他拉了回来，抵在了墙边。丽北爵，赤宝贝在叫我。他挣扎无果，眼神慌乱。男人的双臂如同铁签把他困在了中间，灼灼俊颜仿佛古希腊的神邸，好像隐忍到了极致。薄唇一碰，靠近了他。我也在问你，池恩恩，如果我说你怀上了女儿，我会非常的难受。你可以为了我不要那个孩子吗？他灼热的呼吸喷洒在了池恩恩的脸上，那双阴谋格外的认真，就像执拗的一定要知道一个答案。会不会为了我不要这个孩子？这根本是一个假设题，假设说明不存在，我没有办法回答你。池恩恩的眼神晃了晃，更用力的想要推开他。让开，池宝贝回来了。女人的直觉告诉他，他必须马上离开，不然厉北爵接下来的话可能是他没有办法接受的东西。厉北爵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拉回来，困死在了墙边，咬牙切齿地低吼道：如果不是假设呢？什么意思？池恩恩，你听到的都是真的，就是我的心里话。你要是怀上了女儿，我就会把她打掉。巨大的震惊和愤怒蓦然涌上来了，他惊怒交加之下，他扬起了手，一个耳光挥了过去。巨傲贵气的男人丝毫没有要躲的意思，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眼看着耳光就要落在他的脸上了，又戛然而止。池恩恩举在半空中的手慢慢地握成了拳头，明眸倔强。为什么？他还是不相信他是那一种重男轻女到怀上了女儿就会打掉的渣男，一定有原因的。那天金志愿给你打电话到底说了什么？他咬紧了下唇，绷紧了脊背。厉北爵，我不想听假话。厉北爵的薄唇紧紧地抿成了一条直线，像是在极力地压抑着什么。终于他放开了抓着池恩恩肩膀的手，一拳砸在了墙上。砰，他一拳砸得格外用力，在墙上留下了一个血印子。他眼底压着暴躁，双眸紧紧地盯着面前苍白着脸的小女人，从她抿紧的嘴角往下，视线落在了她平坦的小腹上，又从小腹视线掠过，重新看向了她的眼睛，烦躁不堪。该死的，你真的要知道？陈，我警告你，知道了对你没有任何好处。他真的有事情瞒着他？池恩恩的心跳漏了一拍，深吸了一口气。对，我想知道。厉北爵扣住他的手腕，不由自主地收拢了五指，把他抓得紧紧的。我可以告诉你，但是你必须发誓，你就算是知道了，也不准哭，不准难过，不准抑郁。人的情绪哪有准和不准的？他这种要求也太霸道了吧。池恩恩现在只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就算知道情绪根本不是人能自由控制的，他还是举起了手，做出了对天发誓的手势。好，我保证，不管接下来我听到了什么，我都不哭，不难过，不抑郁。因为我携带了家族缺陷 DNA，如果是个女儿，她会遗传到缺陷 DNA， 如果是儿子，只会成为携带者。她一字一顿，每一个字都咬得特别的清楚。